非常高兴啊，这个我们浙江这么重视家庭教育。因为我长期从事犯罪心理研究，在这些年呢，大家可能也知道，经常跟媒体打交道，也因年惹祸过。但是呢，我觉得无怨无悔，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可能最开始不一定理解你的一些想法，但是我希望呢，就是我也跟一些在网上朋友交流讲，我说如果你可能把我的课听一遍，你就会明白了我谈的一些问题的出处是什么了。那么今天呢，我非常有幸啊，跟大家来交流这个家庭教育中的这个心理抚养。首先我们要谈谈这个心理抚养，它的这个概念来自于哪啊？不好，还没切出来哈。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心理学研究当中呢，有一个实验非常有名。这个实验呢，是两个加拿大的学者在上个世纪啊，1954年吧做的。他们当时突发奇想，也不是突发吧，反正这个国外的学者经常会这样啊，想到一些问题，于是他就做了一个什么研究呢？就是一个人啊，如果给他吃饱喝足，然后呢，就是物质方面能保障他，但是呢，不给心理刺激，这个人会是什么样的反应？这个实验叫做感觉剥夺，因为心理刺激，所有的心理活动始于感知觉。他这个设计实验的方法是什么呢？一个房间里面有躺的、吃的、坐的，也就是说，你想要吃有桌子，想躺着有床啊，坐着有椅子。然后呢，这个实验的过程就是你在里面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但是没有任何心理刺激，就是没有文字、没有声音、没有色彩啊。总而言之，就感觉的东西基本都没有，甚至把手上都套上这个手套。剥夺以后呢，就是你要吃的都可以，然后呢就是没有这一切。那谁来做呢？给钱，也就是你只要来这里头，一个小时给一小时的钱。如果你自己不想待了，按钮在床头，你只要一摁门就开，你就可以出去。但是门一开呢，这个实验的这个就结束了。这个结束以后呢，他这个钱数也就出来了。那么这个实验呢，很多人就很高兴啊，白吃白喝还能够挣钱。那么当他们来了以后呢，先做了一个简单的心理检测，然后让他们进去。一般呢，人们都是早上8点进去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吃的，吃完就开始睡觉。睡完以后呢，到中午起来接着要吃，接着睡，这样一天一宿24小时，他们能睡17、18个小时。第二天开始就有点睡不太想睡了，睡不着了，于是就开始坐着，然后躺一会儿，躺一会儿，坐一会儿，干嘛呢？用他们自己的话讲，胡思乱想。在胡思乱想过程当中，开始烦躁不安，而且第二个晚上开始睡不着觉了。然后到第三天，他们就开始在里头转了啊，转到最后，一般就是这个实验最后的结果是哈、这个平均76个小时左右全出来了。那么实验人员就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不多待啊？”当然有个别的人待的时间可能再长一点。他们说，刚开始是吃喝睡，后来就是胡思乱想。可是想到后来就发现注意力不能集中，特别痛苦，在那里头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以致我不得不出来。那么这个实验最后证明，就是人就是物质方面充分满足，但是如果没有心理刺激，这个人也受不了。其实要说到这个问题呢，我们有大量的一些真实的事情啊，包括中国的这个文革期间的有些人给关到监狱里，关时间长了，这个人说我不能让自己废了，然后他开始回忆中国驻世界各国大使的名单。这个名单呢，他记忆力非常好，外交官非常聪明，结果他数到110几个国家的时候，有一个副大使的名字想不起来了。这人后来放出来的时候，基本就跟祥林嫂差不多啊、不要告诉我，不要告诉我，我肯定能想起来。我还曾经看过一个故事，讲了28站一个人，这个人呢，当时纳粹呢认为他是有危险性，但他又不是说像犹太人那样需要关到集中营，于是他们就把这人先抓来控制在他的军营里的，就是关在一个房子里，也是好吃好喝，但是没有理由，也不宣判，既不把他送监狱，也不把他放了。这个人后来待到一段时间以后，就开始在里头大喊大叫，天天砸门啊，跺啊。于是旁边有一个军官就听到这声音呢，就过去了，一看门口站着站岗，我就问这里关于什么人，是疯子吗？啊，那士兵回答说不是，可能关时间长了。结果后来呢，这个军官说你把门打开我看看。结果打开以后呢，这人一把就抓住这个军官说，你们为什么把我关在这儿？你们到底要把我怎么样？你们要不就把我放了，要不你们干嘛？你们为什么关着我？
军官呢觉得搞不清楚怎么回事，说要不这样，我旁边就是我办公室，你过来跟我谈一谈，让士兵跟着啊。就当他把这人领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呢，这个刚关上门，那士兵就在外边敲门。敲门，这军官一开门说什么事？这士兵说：“您把他领出来，您有这个文件吗？”这军官说：“没有。”那士兵说：“那您还让他回去吧，啊，免得到时候我有责任啊。”那么就在这个军官和士兵说话的时候，这个人就从那屋里，这个军官的墙上一个军服兜里的一个小册子，扒一抽塞到怀里来。这个什么小册子呢？当他回到房间打开一看，是个国际象棋的一个棋书啊。然后呢，他就开始安静下来，在屋里开始看。看完以后呢，也没棋盘，于是自己就脑子想着在地上画着，就开始自己跟自己下了，一边照着棋谱念念有词，一边下。这个人等到战争结束，把他领回家的时候是什么状态呢？谁也不理，拿了一本棋书，嘴里念念有词。后来这个家人说：“这不正常啊，这么长时间好不容易回来了，怎么谁都不理呢？是不是心理上受刺激了？”于是找心理学家，心理学家一看说：“这是感觉剥夺造成的问题，这种人还不能住院，越住院越糟糕，那怎么办呢？”说：“你啊，最好恢复他的话，就领他出去，让他去旅行，让他接触人，接触外界，接触的越多，他就恢复的越好。”家人一听说这好办啊，买了一张旅游船票带着他。结果这主上了船以后呢，遥望着大海。其实这个旅游船呢，大家都知道很豪华，上边什么酒吧了、歌厅的、电影馆了，然后这个也有棋台室。结果这主呢，就在甲板上溜溜，漫无边际的去看，逐个屋子看，就听那儿在喊：“你走这个，你走这个，将将将，然后喊将的将的啊。”他一听这词儿挺熟，他就进去了。进去以后呢，他看一群人正围着他下棋，结果一看到真实的棋盘，而且是两个真人在对弈，他一下就盯住了。你想他研究那么长时间啊，他看了一会儿他就明白了，他马上就帮助一个弱者，他就开始支招。一支招呢，那个强者呢就当时就很高兴，说你们都走开，让他跟我下。后来才知道这强者是参加过世界象棋比赛获过奖的一个大师啊。这个大师呢也出战争结束出来玩，然后在船上随便下棋，结果没找到对手，结果一看这也来一懂行的，说让他坐这下。这主第一次跟真人下棋，又跟一大师下，特别兴奋，于是呢就很紧张的坐下。大师说：“你是哪学的棋？”他没好意思告诉他一直被关在那儿啊，然后他就说：“我自学的。”说：“自学的啊，那你挺懂的，这样你先走啊，你既然没有学过嘛，也没有什么参加过比赛对吧，说那你先走。”这人小心翼翼的出了第一步，然后大师走第二步，随着这走开了，大家知道棋子会越来越少，而棋子少了呢难度就大了，这个人就开始思考，他一思考他就回到监狱的状态去了。然后过了一会儿吧，他走完自己的，他再开始拿别人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监狱下是自己跟自己下，所以当他动了大师的棋子的时候，大师就急了，说：“哎，你怎么动我的？”然后他嘴里念念有词说：“这个走完应该就走这一步，这一步是最好的。”结果大师一看就急了，说：“我下棋还要你教吗？你给我放回去。”然后放回去以后，他低头一看，他说的那一步是最好的。这个大师就火了，为什么呢？他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于是就跟这人吵起来了。吵到后来，最后他家人听到吵声，最后找到这儿来了，转一下就要走，那大师还不干。说凭什么你跑到这儿来羞辱我，到目前为止我都不知道你是什么人啊！然后旁边他家属跟他讲脑子有问题啊，就是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跟他计较，他脑子有问题。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人在缺少感觉的情况下，他很容易出现心理的异常。所以这个感觉剥夺实验让我们明白，人这种动物他不是吃饱喝足啊，活的就是好好的，不是这样的。那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在孩子的教育过程当中，在这些年我发现这个问题呢也是越来越突出。我们很多的家长呢，当孩子出问题的时候，他们非常着急，着急呢有时候会来找我。其实我不是做咨询的，我也不是做治疗的，但是别人分不清，人家就觉得只要有问题吧，你就应该懂行。所以被找的问题呢有很多，比如有的人就问说：“我的孩子不愿意跟我说话，怎么回事啊？”比如爸爸就问说：“成天的这个很难跟我的儿子交流。”那么有的妈妈告诉我说：“我这孩子现在开始偷我的钱了，我只要那个书包放在那儿，兜里有钱，他不多拿，他就给你抽走几张啊。”也有的说：“我这孩子初中开始谈恋爱，
有的说我这孩子每天玩电脑玩游戏就是不学习。那么还有的呢提出来说我这孩子最近他这个不上学。那么我们所有这些问题的出现呢一般都在什么时候呢？在青春期。这个青春期呢一般是12岁到18岁，也就是初中这个阶段，父母突然发现自己的孩子失控。但是呢他们问我的时候，我经常会跟他们讲，我说其实问题在这个阶段，是原因不在这个阶段。有的家长很有意思啊，说这个孩子吧，这个16岁了，一天到晚吧就花钱，今天买手机，明天买游戏，后天买电脑，在那天买自行车，一会儿要买运动服，一会儿买球鞋。他父亲说，我只要不给买，他就说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我还不如死了呢，然后就扒着窗户就往外跳。这个父亲妈妈急着跟我说这话，妈妈一直在流眼泪。我听完以后真的从心里很同情他们，但我知道这个孩子是被宠坏了，因为这个父亲呢是晚年生子所以我在听这话的时候，他们就问说，李老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完了我就摇摇脑袋跟他们讲我说最好的办法，你们现在住几楼？他们住四楼。我说你想办法换到一楼去，他就跳不成了我其实这话是一个幽默的话，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这个行为实际上不是今天的问题。我在研究心理当中常常最常遇到的麻烦就是什么，就像我们现在这个生理上的疾病一样，其实心理和生理二者，像我在上世纪的这个60-70年代文革那时候是一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很多人得病呢都是营养不良，其中像这个肝炎或者肺结核，尤其肺结核很多人都是营养不良。但是现在我们看得这个病人越来越少，我们现在得的病都是什么病呢？都是糖尿病，然后高血脂或者癌症。那么这些病呢，你发现它一个共同特点是什么？当他坐在医生面前的时候，他这个病绝对不是昨天得的，也不是一个星期得的，更不是一个月得的，那是什么呢？他至少有10年的不良生活方式。这个10年不良生活方式一般都是吃出来的。那么当你吃出这个病的时候，到医生面前怎么办？我们一般的现在常说的一句话叫带病延年，对吧？带病延年也就是说这种病它是不可逆的，没法退回去的。那么我想讲呢，孩子的一些行为问题在我来看就有这个问题。当一个孩子出现问题的时候来找我，我想告诉的就是有的行为是不可逆的。因此这是我觉得需要去讲解家庭教育的知识。这个家庭教育的知识呢，其中最最重要的就是它的理念。这个理念呢，我在前年吧，2015年在央视曾经他们邀请我做了一次开讲了。那个节目呢，其实我挺喜欢看的，但我也知道他请的大多数都是名人，而且都是讲人家事业怎么成功的。当他们找我的时候，我知道他们特别希望听我讲犯罪侦查心理画像，可是我不想讲这个话题，因为侦查心理画像是侦查的问题，它跟我们公众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只是满足一种好奇而已。那我想讲什么问题？当时我讲一个，我说我想讲哲学和我的生活。那么他们当时不能理解，说为什么要选这个题目。我后来跟他们讲，因为我研究心理问题，我发现我们这个社会特别缺少一种纵向的思维。这种纵向的思维说得简单一点，我们2000年盖楼房的时候，居然很多楼房没有设计车库。到了2009年盖楼房的时候，我们知道盖2层地下车库了。那么到后来，现在都知道挖4层了。也就是说，10年之内、15年之内，我们连这个建筑的提前超10年的思维设计都没有。那么人的知识更是这样。刚才我讲了，你等孩子15-16岁青春期了，有问题了，你来找我，我估计你找谁都没用。为什么？因为真不是说一次话谈一次心就能解决的问题。这就刚才我讲的类似于糖尿病这个高血压和癌症。所以我们最最重要的是要了解这个人的知识。那么人的知识讲理念的话呢，我大致有这么几个基本的理念。第一呢，就是人的问题，尤其人的心理问题，它是滞后反应。什么叫滞后反应呢？就是有时候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犯罪，你搞不清他什么理由，这个理由莫名其妙。因为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其实这个例子呢，我在教育部的那个精品公开课当中啊，我曾经申报过犯罪心理解析，一共是五个系列。我其中所有的这个犯罪心理分析都用的是案例来讲的，其中包括严重暴力犯罪、变态心理犯罪，然后杀亲案件以及未成年违法犯罪和大学生心理犯罪。那么在这里的第一个系列当，就第一个这个题目当中，严重暴力犯罪，我曾经讲了一个美国的校园枪击案。这个案件呢，大家要如果岁数大的可能会有一些印象，发生在10年前，2007年。2007年，美国的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曾经发生一起枪击案，这个枪手是韩国人，他拿着枪先在宿舍杀害了两位同学，然后跑到邮局去了，谁也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了。后来知道他给警察寄了一盘录像带，然后呢，从邮局回来直奔学校，进了教室，踹开一个门就开始扫射。这个班当时正在上外语课，老师、学生、现场一共死了30个人，加上宿舍32个人。然后他们在攻击其他教室的时候，其他教室都把门堵上了，最后这个枪手在现场自杀死亡。那么他死了以后呢，这所大学很悲痛，但是呢，他毕竟是全美的著名大学，这个校园里的人们都是老师和学生，非常的理性、平和、善良。当天晚上他们点了蜡烛，点了多少个呢？33个。也就是说被害人是32个，加上凶手33个，他们竟然给凶手点了一颗蜡烛。后来在追悼会上，在墓地上，他们献的花束仍然是33束。在凶手的墓碑上，人们在花束上写了这么几个字，说你一定有过孤独，有过痛苦，只是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能够帮助你。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么善良的校园，这么善良的人们，他们应该没有人招惹吧，而且事实上也没有找到任何外部冲突，或者谁对他有任何不好的行为侵犯。于是当时美国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专门调查这个莫名其妙的案件，就这个人读到大三为什么突然就开枪去杀害无辜的同学和老师。那么他们首先调查的是死者的同宿舍的同学，因为住了3年多了，他们肯定了解这个人。结果在问同学，同学们讲，这个人虽然跟我们一个宿舍，但他进进出出谁都不理，他极其内向啊，不表达，然后这个从前绷着脸。有一个同学说，我跟他3年多没见他笑过一次。那么这宿舍里也有一个同学对他非常友好，一直主动靠近他，想帮助他。而这个同学呢，多次表示友好，这次在教室当中，他居然毫不留情地把这个同学也杀害了。所以同学对他的表述就是一个从无笑容啊，非常的这个内向的一个人。然后第二个调查的对象就是他的老师。那么大学老师在谈他的情况的时候，很多老师对他没什么印象，因为大学的老师都是夹着书本来夹着书本走。但是有一个老师说，我早就觉得他要出事。为什么？这个老师是教英语的，他要求他们写英语作文，而这个学生写的英文作文基本都是杀人的，都是暴力的，想象的杀人。老师于是把最后一篇作文交给了校方的有关这个就是心理学史。结果心理学史看一看呢，说这就跟一个杜撰的小说一样啊，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特别喜欢演那些恐怖的杀人片啊，说这就是一个杜撰的，于是这个事儿就放下了。那么他们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就想到说会不会他有什么问题找到了这个小说。当这小说拿来一看呢，想的是什么内容呢？一个小男孩，他的家里的父亲没了，死了，那么他现在只有母亲了，然后母亲最近新交了一个男朋友，这个男朋友呢已经进了他们家。当这个男的在他母亲带的时候，对这小男孩表现非常友好，说你有没有滑过冰，你有没有爬过山啊，你有没有到过什么地方，然后咱们一块儿去。可是当他母亲出门之后，这个男人居然凶相毕露，要强奸他，而且呢还要控制他。这个男孩对他是非常的仇恨，而且非常恐惧。后来他又不知道从哪得知，这个男人就是他父亲的仇人，是他杀害了他父亲。于是这个小男孩就设了一些计，最后想办法把这个男的杀了。他写的是这么一个故事。那么当调查组看完之后，想到会不会是他的家庭有问题，
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想象呢？当他们到他家去调查，第三个角度就是家庭，他们又大吃一惊。首先，小说中的事情不存在，他没有继父，他亲生父亲没有死，而且他的家庭没有暴力，爸妈性情平和。他们家全家是韩国人，是在他八岁那年全家移民过来，有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姐姐。他的姐姐跟他同样上大学，然后已经毕业，他上大三。那么姐姐在一个政府机构找了一份工作，妈妈爸爸呢自己开了一家洗衣店做老板，而且还有雇员。他们家买了一栋连体别墅，自己拥有洗衣店，已经算一个小中产了。所以这个家庭找不到原因，父母只是说他从来到美国以后就不开心，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但是以前没有做过什么太出格的事情，没想到这次做了这么一起惊天大案。那么三个角度，从同学到老师到家庭，找不到原因。最后呢，警察呢就是拿出了他这个寄给警方的这个录像带。当警方打开录像带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他是有穿马甲有不穿马甲，无论怎样他都拿着枪对着屏幕说什么呢？说你们有房子汽车，你们有黄金，你们有期货，你们要什么都有了，你们为什么？你们有无数次机会和方式避免今天，但是你们决定让我流血，是你们把我逼到角落啊！是你们怎么怎么样，后边的话滴嘟嘟噜一大串。那么看这个话呢，感觉像仇富，但是人们不能理解，他们家也不是穷人呢，他们家有房子有车有自己的产业，他干嘛要仇富呢？那么这四个信息放出来以后，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它这边好，很多案件它所有的这样的信息都披露出来，那我作为这个专业的研究，我会实时关注。那么到这一步了，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他23岁做的这起案件。所以我现在就从刚才我给大家讲的四个信息来做一些分析。其实这个案件发生的时候呢，我们有的专家就讲了美国的枪支管理是个问题，就因为枪支管理太松弛导致这样的案件。其实我觉得这个话听似有道理，可是在逻辑上是不对的。如果美国枪支泛滥到足以的话，那么现场不光他有枪，别人如果身上带枪的话就不会让他杀了这么多人。所以枪支泛滥不是这个案件的关键，而这个关键是这个人的心理上的问题在哪。那么他的心理问题呢，在我来看，首先要分析同学说的他不与人交流，从无笑容。他不交流从无笑容的心理问题是什么？我曾经问过很多人，他们有人说自闭，有人说内向，有人说不善社会交流。在我来看，他的心理问题是两个字，叫恐惧。为什么？我有一个比喻，我们的眼睛就像房屋的窗户，我们的嘴就像房屋的门。一个人只要活着就一定有进出，但是如果我住在一个房间内也进出，但是我永远把窗帘拉上把门锁严，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住在这儿我也很恐惧，周边很乱很危险。所以门窗锁严实际上是一种不安全感的表现，而一个人对周围人不交流不目光对视，它意味着什么？他对周边的人不信任，他内心实际上是有防备的，而防备的原因实际上就是恐惧。这个恐惧的心理，当然受心理学研究合群当中也有一些证明，就人在什么情况下容易合群，在什么情况下不合群啊，其中也包括恐惧的背景下不合群。那么为什么恐惧？我先把这个问题放下，我们来看他那篇作文第二个角度。这篇作文写的是个小男孩，大家看到了什么？他仍然是一个弱小的主体。这个主体他虽然想象的杀的是继父，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小男孩他最能保护他的谁？那应该是他的父亲。可是父亲没有了就应该是母亲，可是父亲没了母亲又被他欺骗，因此这个孩子已经处于高度的危险状态。那么他这篇作文虽然写杀人，但我仍然能从中看到的是一种恐惧的背景。所以两个问题我们都看到了恐惧，我们就可以想象去研究一个问题了，他为什么要恐惧？
他23岁做这个案件现场自杀，已经死亡了。我认为研究恐惧只能从他现在往前找。往前找，你可以知道人在23岁之前哪个年龄段人容易出现恐惧。这个年龄从心理分析来讲很容易，也就是说当人的身高没有达到成人的高度，那么没有达到成人的高度，我们知道人什么时候开始迅速成长达到成人的高度呢？是青春期。青春期也就是性功能发育期，一般女孩呢在12岁上，男孩在13、14岁上。所以人在13、14岁上他才能够迅速达到的成人的高度，那么13、14岁之前呢，我们知道年龄越小人就越容易出现恐惧感。那么现在我们知道第三个条件，他们全家移民是在他什么时候呢？在他8岁。这个8岁实际上就让我找到了他犯罪的线索。我们知道人出生以后有8年的时间，他完全可以建立自己最初的一个生活熟悉的世界，从家庭到亲人到亲属到邻居，然后从上学之后的同学老师到他的社区，他从这个亲情到教育到文化，他已经建立了一整套的这个熟悉的范围，但是这个过程被他母亲从一天之内从韩国带到了美国。我们知道飞机这个过程是非常快的，他父母在美国打拼，最后取得了移民的资格，把儿女接过来，然后他们又双双回到韩国办手续。那么这个过程对一个孩子发生了什么？他不明缘由的却改变了一个世界，过去所有熟悉的东西没有了。那么韩国呢，我们知道他的人种是比较整齐的，跟我们一样黑头发黄皮肤，可是他在一天之内来到了美国却是什么样？美国是个移民国家，首先人种就是非常多样的，而且他刚过来应该是贫民区，大家知道美国的社会治安它的地区差异是非常大的，如果在贫民区治安是什么样可想而知。所以他最初来到美国他面临的是什么？他面临的是那些长得稀奇古怪的人，白人个头很高，毛是黄的，眼睛是抠进去的，眼珠子也是蓝的，那么黑人呢一脸的乌黑大高个儿啊，两只大眼睛，一张嘴一口白牙啊，还有各种各样的人种。那么对一个8岁的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最最重要的是不光人的陌生，而且言语不通。那么他在这个背景下他会喜欢这个环境吗？我认为他不会，而且他非常抗拒，于是他会跟父母讲我想回韩国。可是父母的结论是什么？我们全家移民到这儿来了，你怎么可能回韩国？于是他会问父母，我觉得韩国挺好，我们干嘛非要到这儿来？父母给他的话，我们现在分析到这儿，大家就会明白录像当中那些话，父母一定讲这个地方好啊，这个地方富有，到这儿来我们好好干，这个地方要房子有房子，要汽车有汽车，我们好好干我们也会有房子和汽车，我们也会成为富人。所以他从移民过来开始他就恨这个地方，以致到最后他的杀人宣言是，你们有房子汽车，你们有黄金有期货，你们要什么都有了，你们为什么？你们有无数次机会避免今天，是你们把我逼到角落让我只有这种流血方式。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心理实际上是一种创伤，这个创伤在哪？在8岁。可是他为什么到23岁才作案呢？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允许买枪是在21岁之后。所以一个人他犯罪的行为让我们在23岁找不到原因，他不是没有原因，他实际上在时间上是有一个时间差的。那么类似这样的问题在我研究犯罪心理当中非常多见，也就是说有很多人稀奇古怪的犯罪问题，他看似是现代的问题，实际上和他早年的一些经历密切相关。因此我想讲的第一个家庭教育的理念就是人的问题它是滞后反应。当一个人到成年之后出现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是有一个时间过程的，这就如同我刚才讲的生理疾病一样。那么知道这个理念以后，我们应该注重什么呢？我们要注重更多的去了解人的知识，了解家庭教育的知识。
那么这个知识呢，可能我们现在孩子大了，但是你不要灰心丧气。为什么？因为孩子20多年就是一代。我记得我在2011年要加薪那年闹的风波最重的那一年，我曾经在杭州的胜利剧院讲课，那是我在杭州胜利剧院第3次讲课，一年那是当时讲一次，也就是2010年讲过，2009年讲过。在2011年那次讲的时候也是这样，整个是上下全是坐满，而且让我很意外的是基本来的都是爷爷奶奶，因为他们之前知道我这个课，所以老人现在在第3代，他们发现需要这个知识。所以我讲教育的理念，第一个问题，心理问题滞后反应。我们很多问题呢要早点知道，才会对我们未来有帮助。那么第二个理念是什么？这个未成年人的问题是成年人造就的。这个观点就是未成年人的问题是成年人造就。我最开始提出这个理念的时候，曾经有些领导是不赞同的，但后来他们听完我的课，他们觉得能够接受了。有很多父母一打电话就说，我这孩子最近怎么怎么样。比如说有一个老总给我打电话说，我这儿子偷我的钱，偷完了以后就请同学在大饭店请人吃饭啊，他偷的都是美金呐，李老师他一次打我多少钱啊。然后李老师，我要打算带着他坐飞机到北京来找你。我在电话里听完以后跟他讲，我说你的儿子不用来，你来就行了。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认为他儿子的问题都跟他的行为有关。那么还有一些地方发生的这个中学生啊，这个砍杀或者泼硫酸，就是对同学的这种暴力行为。那也有记者给我打电话问李老师，这个您看这些学生啊，这么就是无视法律啊，肆无忌惮，怎么样加强对他们的教育？我后来跟他讲，我说其实孩子这种暴力相向很重要一点，是我们成人对孩子的保护不到位。因为这些拿刀砍人或者泼硫酸的都是属于被人欺负逼到了极境。比如当时我记得山西有一起案件，这个孩子呢他是农村的，然后到学校去住，这个在学校期间呢，学校也是小霸王，当时欺负他，他一个人很孤单，他也不知道怎么对付，于是他就想到家里点的那种灯下有一种硫酸，那么他觉得这硫酸管用，于是他拿了一罐放在床底下，心想只要你们敢欺负我，我就拿它泼你们。果然这个学生带着一群人来了，这个孩子这种情况下拿出硫酸去泼。所以我讲，看似是孩子的问题，实际上是我们大人有些问题没有做到位，也就是说我们的保护没有做到位。当然还有些家庭当中啊，比如有一个妈妈给我打电话，跟我唠叨的在里头滔滔不绝，我这孩子怎么怎么样，他们的老师怎么怎么样。我刚开始吧还听一句跟他搭一句，后来我发现我根本不需要说话，他在那儿一直在说，说到最后我就把手机拿开，过了1分钟我再拿过来，他还在那儿说。换句话讲，他根本没有发现我没有回应。最后等他说够了，我最后的结论是，我说我觉得你的孩子没有问题，是你有问题。他说啊，我说你不觉得你已经明显的焦虑吗？很多问题其实不是个问题，在你这儿都成了问题，因为你焦虑的太明显了。后来我给他做了一些方面的就是建议。因此我讲，这个未成年人的问题是成年人造就，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我们在所有的父母跟孩子教育过程当中，我说过孩子是被动的，父母是决定性的。当你和孩子发生冲突的时候，应该调整的是谁？不是孩子，是父母。也就是说你要通过自我的调整来调整和孩子的关系。那么这个问题呢，又涉及到心理学的一些知识了。其实我们生活到这个年龄，到一定年龄，很多人觉得自己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在心理学上来看，真正的心理成熟是什么？是能够在世间处理的各种复杂的问题当中，他不把缘由归结于外部，他能很好的从自己身上找到原因。我们以前说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其实我认为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适应世界。如果你都不能适应，那你就无法生存，你怎么去改造呢？所以跟孩子的问题也是这样，
你要想处理问题，你想改造他，你得先改变自己，你得先明白你跟孩子是一种什么关系。所以家庭教育的第二个理念，我特别强调的是这个成年人的问题导致了孩子的问题啊，因此孩子的问题要如果出现了，我们首先要检查成年人怎么去调整，这是第二个理念。第三个理念，人性的教育重于智力的教育。这个人性的教育呢，这句话有点太抽象了，大家可能是感觉到说这种话可能对于我们家庭教育来讲太抽象了，但是我研究犯罪心理看得特别具体。我们这些年来有很多名牌大学，最开始是在清华，后来是在北大啊，前两年在复旦。那么这些名牌大学投毒杀人，那真的是不见刀不见血，可杀人可做到极致。那么还有政法大学的学生在课堂上居然在前排把老师砍死，他认为老师婚外恋啊，值得这样砍死。那么学生命科学的大学生，我们知道马加爵，其实生命科学我们中科院中生命科学研究所就在云南，所以云大的生命科学研究应该是国内顶尖的专业。可是学了三年多的生命科学，马加爵居然在宿舍里杀害了四个同学，最后他在录音里头居然谈到这样的话题：一百年前没有你没有我，一百年之后你不是你我不是我，那么人活着究竟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孩子们，他们智力上都非常聪明，可是这些问题出在哪？所以由此我想到，在阿富汗战有一个中学校长，当他在侥幸生还之后，他曾经写给所有老师一封信，他说：我在集中营见到最不应该见到的事情，毒气室是由学有专精的工程师建造，妇女儿童由训练有素的医生护士杀害，他说所有的人被一些高中生去焚烧。那么看到这一切，让我不禁地想到，我们的教育究竟是为了什么？他说只有在读写算使孩子具有人性的时候才具有意义。他当时这些话呢是给老师的，但是在我来看，这个话对我们所有的家长也有意义。当一个孩子被培养成一个很优秀的智力人才的时候，却毫无人性啊，我们知道中国还曾经发生过在美国的一起著名的一个案件，是卢刚。卢刚呢在这个在美国是李政道的一个项目嘛，选了中国的三十几个学生。那么他在美国学的是天体物理，天体物理全世界研究这个领域的据说也就300人左右。可是这个孩子去了以后，首先和导师格格不入，跟所有的人格格不入，最后也是我们浙江的一个孩子比他晚了两年去了以后，因为表现优秀给留下了，然后他呢就没有被留下，而且他找工作因为导师不写推荐信，导致他处处困难，以至到最后他跟人下棋的时候说杀一个痛快，他就下了决心把这个系主任还有一个副校长以及中国的这个同学他自己的导师以及系的教务秘书一共杀了六个人。所以当时美国非常震惊，在哪全世界300人顶尖的人物他就杀掉了四个啊。那么这些问题都让我们看到什么叫人性。这个人性的话题呢，我认为在我们犯罪心理研究当中呢，我把它是看得非常重的。我经常会拿出一下午的时间让学生去讨论人性和犯罪的关系。大家都知道，如果真正学心理学，我们心理学教科书当中是没有人性俩字的，我们讲的是认知、情绪、个性，对吧？那我研究犯罪心理，我为什么要研究人性？那学生呢也很认真地讨论，他们从哲学那儿摘来说，人性就是自然属性、社会属性，人性是善和恶，他们有说善有说恶，有说无善恶啊。最后的结论说，李老师，这个话题说不清，这就是个哲学话题。我跟他们讲，你们错了，所有的理论都有意义，它没意义它就不可能存在。你别看它是个哲学命题，它却是法律操作的基础。英美法系它用的人性是恶的，而我们用的人性是善的。
所以英美法师他认为人性恶，那就健全法网，我们认为人性善呢，我们就天天教育，期待你觉悟。觉悟的结果是什么？犯罪分子一茬又一茬。所以我讲在这里的很重要一点，我们要明白人性的问题。那么人性善恶为什么说不清楚？我说因为你们对人性两字不够理解。那人性是什么？说了，自然属性、社会属性，这俩属性如果你要用哲学的话来说确实太大了，但是心理学给了一个充分的解释。这个解释是什么？你会发现人这种动物，它在出生的时候是与所有动物不同的。为什么不同？因为所有的动物，越是低等动物，它生命的初期它就越能自我生存。你比如说蟑螂，生下一窝你根本不用管，第二天就满屋都是蟑螂，那蟑螂子一爬就走了，它不需要养。那么狼就是高级一点的，狼比人低一点，但它哺乳的是四条腿。母狼生了一窝小狼崽，如果它发现身里有一些特别瘦弱的，它会把这狼崽叼到哪儿去呢？水边上，以自生自灭的。那我们知道这个狼只要叼到水边上的基本活不下来，那么它打算让它活下来的干嘛呢？都放在自己的怀里。那么这些小狼崽是站不起来，身上没毛，眼睛睁得不是太大，他们闭着眼睛干嘛呢？可以在原地孤游。孤游的目的是什么？是靠着嗅觉寻找奶头，当他找到以后他就能自己凑上去吃。于是小狼崽只要在母亲的怀里，他就可以寻找奶头自己吃上。可是你发现人是什么样的？人生下来是四脚朝天的，脖子不能抬，身不能动。那么人怂到什么程度？怂到你把奶汁放他嘴边他都吃不了。为什么？就是你拿那个奶嘴去逗他嘴唇，他只能张开嘴，但他不能去捉住这个奶嘴，因为他没有这个力量，就是脖子往前的控制力。所以人笨到这种程度，我们需要把奶汁杵进去，或者抱在妈妈的怀中，把脑袋摁到他哭不出声来，他才能吃到那口奶。那么吃完了呢？吃完了他还不行，还得你得帮他立起来。立起来干嘛呢？你要把他奶顺下去，还要开嗝，把他气打出来。你如果不把气打出来，他那奶嘴还能给你吐出来。吐出来，如果你放的姿势不对，他居然能把自己呛死。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最聪明的、最高级的动物，在生命的初期却是最无能、最无助。这就决定了人一个特性。他出生之后，吃喝拉撒睡，翻身温暖打嗝，所有生理的需求，让他痛苦的要求来了，他怎么办？老天只给了他一个本事，叫哭喊。这哭喊就是召唤人，召唤谁呢？对他有爱的那个人，一般是母亲，或者是亲人奶奶、姥姥。这个人过来怎么喂呢？妈妈当然可以自己喂了，要别人就得用奶瓶。无论你是自己喂还是奶瓶，老天的一个设计是让他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呢？因为他在这个地方喂养人，在哺乳他的时候，喂养他的时候，你就会在一天24小时之内我们3个小时喂一次奶，大家可以知道喂他多少次，喂之前抱着他，喂之后拍嗝。他在这个位置上，他有一个什么样的经历呢？不管他愿意不愿意，你嘴里出来的臭味都扑在他的脸上。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是有口气的，只不过轻和重的问题。那么这种口气呢，我们一般到一定距离都会感受到的。那你想孩子在这个位置上，他是不是天天感受？而这个感受很有意思，它的结果是什么？你会发现孩子到半岁的时候，180天前后，他会出现一个现象。这个现象是他最早对外界的主观识别和选择，这就是他对抚养人的认人了。当他熟悉的这个抚养人在他哭喊的时候过来把他抱起来，你会发现这孩子很快就安静下来。相反，如果来的这个人不是他要的那个人，这孩子会出现什么？会出现抗拒，他会有奶不吃，他会困着不睡，他能跟你哭上一天。如果我们要听到隔壁的孩子哭一天，我们就知道这孩子的妈妈今天上班了，一定是由奶奶或者姥姥来带的，甚至保姆来带的。那么这种认人是什么？是情感的出现。
是依恋情感，而这个情感我们看到了什么？看到了它是人的起步，它对外界的最初的认识和信任是依赖关系的建立。这种关系啊，一直要持续到成年，当然最最重要的是持续到12岁。为什么？因为12岁之前他身材没有达到成人的高度，他对父母都是依恋的，年龄越小依恋越重。那么这个依恋呢，如果得到满足，这个孩子性情温和，如果得不到满足，他就会闹。所以人的社会性发展，情感发展是什么？也就是这就是人性的内容。同时我在开讲的曾经讲过一个案例，北京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叫白宝山的案件。白宝山曾经在北京石景山八一射击场和这个弹药库偷枪，想抢枪没成功，最后跑到了河北，在河北的一个部队的这个哨兵那里又袭击哨兵，最后抢了一个枪。这个人拿着枪先后在北京德胜门这个抢了一个摊贩的摊主，抢了人家7万块钱，90年代7万元。但他还不死心，他最后又跑到了他服刑的地方新疆石河子，找到谁呢？找到他一个同案的这个案犯，就是同监的现在释放出来的案犯，两个人合伙又抢了我们警察的枪，杀了警察，最后在那做了一起抢劫大案。整个这个过程他杀的有10多个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那么刚开始这个案件呢，因为涉及的区域太大，警察侦破当中很难，最后直到他抢劫成功了，他这钱不想分，于是他把那个同案的人给杀了。那个同案的案犯呢，他们之间呢虽然关系不错，但是毕竟大家知道犯罪人都是不善之茬。那小子当时在案犯成这个抢劫成功之后，白宝山提出来说，咱们先别着急分钱，现在风声太紧，咱们到先去玩一玩，我在新疆这么长时间没上过天池，咱们到天池去玩玩。他为了麻痹这个案犯呢，他还带了他的女朋友。这个人想杀的话就不会这样吧，三个人去玩干嘛要杀我呢，去了。但是他还是多了个心眼，他觉得万一我回不来怎么办，于是他在一个本上写道，白宝山北京石景山什么什么地方啊，什么什么地方的人，他身边的女朋友叫什么名字啊，什么案件的这个制造者。他把这个本封好了以后交给了他一个亲属，我一个星期不来去，你就把他交给警方。结果他死在天池上没有来取。我们警方因为这个信息得到了信息以后，迅速从新疆把消息通知到了北京，北京派了4个警察到他家去抓他。我们知道他有枪。白宝山做完这个案件曾经自己讲，他说我这个钱，因为他当时创下了单人抢劫的最高纪录，所以被称为这个抢劫世界第一大案。他把这个钱分开处理以后，他说我这一辈子够了，我以后再也不作案了。但他也知道有可能会事发东窗，会被警察抓，所以他把其他的东西全处理了，包括一杆长枪处理了，他只留了一把手枪。干嘛呢？放在家里的桌子的顶部，把抽屉打开，把它倒贴在了柜子顶部，也就是开开抽屉是看不到枪的，但手进去就能拿到。那么那时候家里也不算富裕，就那么一个桌子，里边什么都有。结果当警察知道消息后上了楼到他家，警察找了一个借口，因为他是第一批严打，80年代83年严打被处理的，那时候的处理是吊销城市户口，所以他回到北京一直没有上岸户口。那么要恢复北京户口就相当于恢复我们的国籍一样，那是很难的，一旦恢复大家很高兴，所以通知他说你的那个户口通知下来了，你跟我们去当派出所把它办一下。结果他看了我们警察一眼，大家知道白宝山有点结巴，你们要对这个案件感兴趣可以去看一看《末路》这个电视剧，演的就是他，而且北京电视台的档案专门白宝山的案件做了4集，这个案件真的是很有意思。
他看了一眼警察以后，二话不说就朝桌子走了过去，天知道他要拿出什么。那么正在这时，他妈妈在旁边的屋子里听到声音，就开开卧室的门，走到了门厅，就站在警察身边，对着他问：“儿啊，警察找你什么事儿？”就这一句话，他回头看了他母亲一眼，然后安慰母亲说：“妈，没事儿，他们说我户口通知下来了，我可以去办户口了，我去去就回来。”他拉开抽屉，当着母亲的面是拿了户口本，跟着我们警察走。下了楼里头，下了楼到了警车里头，我们给他戴上手铐，他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应该好好谢谢我妈。”后来我们在审判他的时候问他，审讯的时候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不忍心当着母亲的面杀人，我怕母亲受到惊吓。”我们看到了什么？这个杀人不眨眼的人最后停下手是因为母亲的出现，为什么？说明他对母亲有一份情感，而在这里我敢确认他小时候一定是母亲带的。他对母亲的这份情感让我们四个警察得到了保护。所以什么叫人性？我说人性的核心啊，我们要知道自然属性就是吃喝拉撒，但是在养育过程当中，当他形成情感，这人才有人性。一个人有情感就有人性，他的情感越丰富，他的人性就越丰满。他上存人性啊，就上有情感。所以讲犯罪心理来谈这个人性的话题，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其实我上次在枪枪当中也讲过，这个人的情感发展其实是由点到面啊，越来越大的。我们一般而言呢，最初的情感是一对一的，就对抚养人，再大一点他就开始扩展了亲情啊，就是妈妈爸爸爷爷奶奶啊，整个家庭，他明白了这都是我的亲人。再大点他开始出去有好朋友了啊，幼儿园的朋友，同学的朋友啊，那么他朋友越多他就越快乐，是越愿意出门。再大一点小学后期他就开始发育着同性别的朋友了。我们知道在小学和初中的前期，我们孩子都有最好的同性别的伙伴。所以情感越丰富，它实际上是这样一个发展过程。那么什么样的情感最好呢？当他同性别之后是异性别，16岁之后异性别，异性别之后是什么呢？异性别之后他有家了，他有上还有下了，他开始要管两代人了，尤其有一个吃喝拉撒都需要他的主，就是孩子们。所以这个人开始有一种担当和承担了，这个时候他要爱妻子，要爱父母，还要爱孩子。那么因为生活的艰辛，很多人明白了，当自己经历过艰辛的时候，他看别人可能就会有一份同情。因此当一个人出现对陌生人的生活艰难的理解、同情和慈爱的时候，我们讲的善良帮助他人，这个情感就发展到博爱。博爱是什么？博爱是对陌生人、对不认识的人也能有一份同情心和就是施出援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情感的丰满，他的人性就越丰满。我们知道伟大的人物都有伟大的情怀，为什么？因为他的情感已经不简简单单的儿女的关系了，他是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所以在谈到这个人性的教育啊，重于智力的教育，我们就明白了，孩子长大过程当中，一个有情有义的人比那个光有智力没有情感的人哪个更重要。这是我讲的第三个理念，我们一定要在孩子情感教育方面下功夫啊。那第四个理念呢，是性格教育比能力更为重要。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叫性格决定命运，可是我们现在做的努力是什么？我们从孩子小时候给他到重点幼儿园，然后到重点小学，到重点中学，最后到重点大学。其实我认为这是我们社会的一种不太常态的表现。我有一次去安徽铜陵认识我们一个教育局的女老师、女领导，她当时做了一件事情，她打破所有的重点，她把好老师和其他的老师穿插在一块儿，而且几年一个流动，
于是家长们没法选重点了，因为你要是找到一个化学的重点老师，那他就不具备语文的重点老师，你找了一个数学的重点老师，他就不具备英语的重点老师。其实在教育当中，我们真正重要的不是孩子的能力的问题。能力这东西，我始终因为我搞心理学的，我的一个观点是他有这个能力不用教他也有。大家都知道王宝强吧，没上过电影学院，没上过戏剧学院，可是他演的电影基本上都是很各个出彩的。我们还知道现在的包括这个比尔盖茨啊，很多名人包括爱迪生都不是说完全是通过分数出来的。那么我们决定一个人成功的是什么，实际上真正的重要的是性格。什么叫性格？性格心理学上给他一个定义，叫做后天形成的社会行为方式。首先性格没有先天的，个性有先天，但性格没先天。性格和什么现象特别相似呢？和言语特别相似。大家都知道一个孩子生下来都不会说话，你想让他说什么话，你就把他送到什么地方去。我两个星期之前曾经去了咱们温州的苍南，苍南的朋友特别有意思，他们告诉我们说这个地方出了这个村儿，语言就不一样了。那一个地方大概有三四种语言，因为他们那地方靠近福建啊，又有闽南话，又有客家话，然后温州话啊，大家就明白了话是什么特点的。谁都不是生下来就会说话，把你生在哪儿你就说什么话。所以言语是后天形成，而性格跟言语是非常同步的两个心理现象。言语是跟人交流有关，而性格呢是跟人行为互动的方式啊。比如说一个人自私是指什么？这人和别人在一块儿，他总想着怎么从别人那儿占到便宜，怎么对自己最有利。我们说一个人善良，善良一个人不存在善良，善良一定是做什么事他先想到别人，宁可吃亏也不能亏着别人，那这种人我们说善良。所以性格它重要在哪？我们都知道很多人成功，比如说刘邦打天下，当他打完天下以后曾经问众人在庆功宴上说我怎么成功的，众人就有拍马屁的了，说您英明，您善战，您擅长这个那个。刘邦说不对，论打仗我不如韩信，论用计我不如张良，论治国我不如萧何，我会用人也。为什么叫会用人呢？实际上他善于跟人打交道，他能团结一帮人在自己身边，能让这些人叫每个人各尽所能。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知道我们现在社会，比如说我们今天我还提到跟我们家庭教育合作特别多的新东方的老总俞敏洪。俞敏洪呢，他是北大外语系毕业的，他自己讲过他在北大上学的时候，他在宿舍里不是学习最优秀的，他从哲学到外语什么也不懂，但是呢他很勤快，因为他农家孩子，他说大家都在那看书，他就每天负责给大家打开水。那么大家知道后来他开办了新东方之后，最开始挣钱缺的就是好老师，他第一个想到就是他的同学。当他到美国去请他们吃饭的时候，同学是怎么说的？同学说是因为你给我们打了四年的开水，我们怎么也得报答你一下吧。可是这个后来这个运作到后来，很多同学还是觉得你不行，你这个你又没在国外好好读书，我们见多识广，几次想把他换掉，可是后来大家一致认为他是最合适的领袖。为什么？因为他肯付出，他能与人合作。所以肯付出与人合作将才，他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实际上是性格啊。那么能力呢，当然我也不否认我们社会需要有能力的人，但是能力的东西我认为它更多的是天赋的。所以一个孩子有没有能力，父母不要逼他如果他有能力，他到那时候他就能显现出来。而我们真正要关注的是孩子的性格。在谈到性格的时候，我还想到我曾经在90年代有一次意外的看这个电视采访钱学森，当时记者问他这个也是一些生活中难忘的事情，他回忆到他的父亲，他说他在中学的时候学习很优秀，而且他那时候数理化特别好，尤其数学，
当时数学老师拿来一些题，老师都没有解开，结果他给解开了。由此他发现他比老师还能干，慢慢的他就开始不把老师放在眼里，他对老师的轻蔑可能被他父亲觉察。于是有一天在他屋里，他在屋里看书的时候，父亲走到他身边坐下来，他一看父亲过来，他觉得有事，于是就问爸，你有什么事吗？父亲说，你有空我随便跟你聊几句。他说，行，您说吧，什么事情？他父亲没说话，从手里拿了一只筷子递给他，说，你把这只筷子撅断。他不明白，说，爸，你干嘛把筷子撅断？父亲说，你撅一个试试，我就想看你能不能把它撅断。于是他接过这只筷子使劲一掰，断了。还是不明白，爸，你要干什么？他爸没说话，另外一只手却抓出了一把筷子，说，你把它给我撅断。他说，爸，这我怎么撅得断？他爸说，试试嘛。他说，爸，你要弄断的话，为什么不拿锯呢？那锯锯完弄完了不更整齐吗？他这样掰掰也不行啊，再说这么大一把我也掰不动了。父亲说，我让你掰试试，他掰半天确实掰不断。父亲说，我要让你明白一个道理，你再有能力，你再聪明，你甚至比老师都强，可是你就是一只筷子。一只筷子，你那么骄傲，你那么孤立的话，你很容易被人掰断了。所以你要聪明，你要想做大事，要学会与人合作，要让一些人在你身边和你形成一把筷子，你才能做成大事。他讲这段的时候，我印象极深，我就在想，一个优秀的人物一定有一个优秀的父母，他这个父亲太伟大了。他这个教育实际上就是一个性格教育，与人合作，肯付出。我们关注孩子性格是非常重要的，而性格是怎么出来的？是我们也是心理抚养养出来的。我后边来谈这个话题，所以这是我讲的第四个理念，就性格比能力更重要。那么第五个理念呢，就陪伴亲自抚养比给孩子挣钱存钱更有价值。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很多父母为了改变命运啊，都是把孩子撇下自己去挣钱了，结果当父亲有钱的时候，孩子已经变成了陌路人。我记得珠海有这么一个真实的案件，这个父亲啊外出挣啊，当老总啊，打拼啊，最后几百万身价下来以后，回家找不着儿子了，老婆离婚了，儿子不见了，哪儿去了呢？找，结果发现呢，就去了网吧娱乐场所。可是这孩子还该上学啊，他应该在初中阶段，父亲就把他给扯回来，说你给我上学。结果他给送到学校以后，一个星期老师打电话，你儿子又走了。那么他发现孩子是痴迷网络，喜欢玩游戏。正在这时候看到湖南的报纸登出来一个专家帮助孩子脱离网瘾，他看到这个消息很兴奋啊，拿这张报纸打着一个飞机就带着儿子到湖南。见到这个专家干嘛？先从书包里有钱啊，排出10万给专家放在桌上，说什么呢？专家，您不是帮助孩子脱瘾有办法吗？我把我儿子教育你，这钱就是你的工资了，你帮我教育孩子。当时这个教授在这个专家在网上就讲说，这样的父亲啊，你怎么能把孩子教育好？那个时候我记得还很早，应该是04、05年，我当时新浪开了博客，我写了一篇博文，我说，可怜的父亲啊，你把10万块钱做自己的工资吧，你把你所有的事情停下来，你天天跟着你的儿子，你陪伴他，然后慢慢慢慢去矫正他，用你的爱去温暖他，然后把他带回身边，让他学点能力，学点技能。相反，你拿出钱来交给别人，你以为这个钱就能管用吗？再说别人跟他没有血缘关系，怎么能管他呢？他又不能打他，又不能骂他，又不能约束他，限制他人身自由，对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很多父母，他认为有钱了孩子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当然我们现在一谈到这个抚养，大家都想到留守儿童。我们知道贵州的毕节曾经几个孩子死在垃圾桶里，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社会还是有点混乱。这个事件发生以后，网上一片骂政府啊，骂政府不作为。
结果我们开除了一大堆的政府官员，给他的父亲一笔赔偿款，父亲揣着这钱又走了，又去广东去了，四个孩子没了，是四个是五个。当时我现在也经常去贵州，我后来就跟他们贵州提出了一个建议，我说你们能不能出台一个地方法规，以后父母如果撇下了一个法定监护的孩子他就走了，这算违法行为，他必须要跟你们签协议啊，指定监护人，这个指定监护人你们要负责考察是否够格，不够格不签字，如果你要走了出事，你父母要负全责。按理说这个父母本身就是孩子未成年的监护人，法定的这个监护人。所以我讲类似这样的问题，我们看到的是父母只为了挣钱根本不管孩子，那么这是我们农村的问题。大家觉得城市好一点，我不这么认为，我去城市的问题也很严重。我那天做那个今日说法遇到一个记者，他给我讲了一个事件，跟他住在一个小区的算相对比较好的一个小区，他说有一对夫妇，两个人清华毕业的博士，这两个人进的都是外企，挣钱非常多，妈妈生完孩子三个月就赶快上班了，因为一个萝卜一个坑啊，你时间长了不要你了，你这岗位就没了，上班怎么办呢？老人过不来啊，最后请保姆，三个月里半年之内半年之内换了三个保姆，最后这个保姆周围的人都看不下去了，为什么？他成天把这孩子嘎到窝里一间，拿个塑料袋子外面捡瓶子，人说这哪是看孩子，这等于是拴着一个孩子然后去捡破烂。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我就发现他那孩子跟我的孩子在一起，我这孩子明显就活蹦乱跳，他那孩子就急蔫儿。说李老师为什么？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没法做科学检验，但是大家都知道现在有一种现象，这是几乎都已经我们电视包括今日说法都演过真实的案例，很多保姆他们是互相交流经验的，这个带孩子大家都知道最重要一点，一年之内几乎睡不了整宿觉，你想如果不是亲妈谁愿意天天睡着半截被孩子嗷嗷叫醒，对吧？那么保姆带孩子很多很快都睡整宿觉，为什么？为什么？我觉得大家的智慧足以自己去解决，我不再讲了。所以我们城市里头爸爸妈妈因为工作他跟孩子能接触多长时间，当你回来的时候孩子睡了，当你走的时候孩子醒了，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父母跟孩子的这种关系，用我的话来讲根本没有陪伴我讲的陪伴是什么，其实陪伴还有一个重要的教育叫观念，我现在还没说到观念，我只说陪伴。我比如我身边有些同事也都是博士后博士毕业，他们一生孩子吧就找月嫂，都挺有钱的，一请请俩。我问为什么请俩，他说一管白天一管晚上。我说你能不能把晚上那辞掉让孩子跟你一块睡，他说李老师啊我就想睡个整宿觉。我说你错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是气味最足的，孩子跟你一个屋睡他可以记住你的气味，这个气味我前面已经讲了，半岁之内放在这儿就是靠这个来记住他是要的那个人的。什么叫气味？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作用，人在最初级的阶段嗅觉是超过视觉的，我们现在仍然有嗅觉，只不过我们自己不知道，但是嗅觉是起着作用。比如我举个例子，您中午吃呀，在我们北京经常吃炸酱面，炸酱面一般有大蒜，那吃起来多香啊，对吧？可问题是这屋不一定都吃炸酱面，如果这屋有俩人吃了炸酱面吃了大蒜，那其他的人就得闻那个大蒜味儿了，对吧？吃蒜的人自己不觉臭，可是别的人要一走到你对面你一张嘴那真的很呛人。那么呛人怎么办呢？人说我不知道我吃我也不明白。我告诉你解决这个问题啊，你要被头熏的头疼，那最好的办法就是你也找一块大蒜赶快咬完嘎巴嘎巴嚼完以后一杯血喝下去，当你嘴里有蒜味儿，你就不觉得它臭了这就是应对，叫什么呢？不是不觉得它臭了，是你们俩的味儿一样。我们找对象也有这种问题啊，
如果你找一个人，俩人交谈，第一次交谈，你跟他一靠近，你就闻这人身上有苦的味儿，你还会谈对象吗？那肯定不谈，回家就说这人不行，为什么？他身上有味儿。其实我告诉你，人都有味儿，但为什么有些人站到这儿你就觉得没味儿呢？不是没味儿，是你们俩的味儿是一样的。这就叫缘分啊。你比如我们养的小狗，大家都知道狗见面都先闻哪儿，都是互相先凑过去闻一闻。我记得我曾经看这个科教片，是我们这个科教影片拍的，那个广州动物园有一只白的母老虎，母老虎到了这个年轻的母亲的年龄了，可以生育了，他们觉得这么珍贵的白老虎应该给它繁衍一下后代，于是在中国各大动物园遍寻白色的老虎，还好在国内呢好多白老虎，结果把每一个白老虎公的接过去以后，这母老虎上来就咬，大家知道老虎要发情母的更狠，咬的人家也很珍贵啊，弄得到最后一个也没成，这动物园很头疼，说他明明到了这个生育期，他为什么不发情呢？然后他们很奇怪，最后就去找北京动物园的动物专家去问，动物专家说你得找一找他的出身怎么找出身呢？说你得查这个老虎的品种是哪儿的。结果他们最好办，一查一登，那老虎都有登记嘛，一查这是欧洲的，好像是比利时的，说他老家是欧洲的，不是我们亚洲的。专家说那你得到老家去给他找伴儿去。结果真的就从欧洲动物园借了一只白老虎也是跟人家商量好，要如果生俩的话，你们一只我们一只这个是你们的种但是我在我们这儿然后用飞机空运过来。当时这动物园可有意思呢，因为有前车之鉴他这母老虎咬别人，你想这借来了你要给咬伤了怎么给人退回去，对吧？于是就在那动物园里面拉了一个网，这个网的两侧挂了铁桶，里边挂的全是鞭炮旁边准备了长棍子，带钩子，带铁棍的，干嘛呢？要打起来，得拿棍把他们挑开，然后放鞭炮把他们吓开这一系列活动做好了，结果发现这白老虎从两个洞里放出来，他们俩一走出洞门口，这两边都看到了，两只老虎一下站住了，一改往常，因为每次他见到别的老虎都是暴跳如雷，跳上就咬，但是他突然站住定住了，他们说有门有门，开始就两个都往里一起走，走到那铁笼子这儿拦住了，拦住以后两目一看对视，非常安静，关键是尾巴在后边摇来摆去。那专家说这还真有门，然后开始把铁网拉开，那好的准备好鞭炮打算点了，当铁网被撤开了以后，两只白老虎是错过位以后互相闻了一下，然后扭头并肩走了。所以你看他不知道这是空运过来的，他靠什么知道这也可以呢？因为这没味儿所以我讲这个孩子的早期的这个嗅觉实际上跟什么有关呢？是和亲自抚养有关。我们有时候妈妈把你带大的，你无论40岁50岁，哪怕你像我们这个70多岁的老母亲90岁还在呢，那个老教授，而且母亲在身边，她的所有的声音都让你感觉到一种快乐，这是什么？这就是潜意识的存在。相反，如果你从小不是母亲带大的，你一出生就送回老家去了，姥姥带大或奶奶带大，当孩子有心事的时候，你看他什么表现？他想的是姥姥，想的是奶奶，他甚至跟母亲没有身体上的接近，而母亲自己带大的孩子动不动就爬到母亲身上去了，对吧？所以我们讲亲自陪伴它很重要在哪，实际上它对你的情感，除非你除了你日复一日的辛辛苦苦的去养育和满足他的需求的同时，他每一次的快乐都是你的气味、你的声音、你的相貌，因此只要这三个出现都是他快乐的来源，这就是亲自抚养的意义。而且亲自抚养呢还能避免别人给你上药，对吧？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那么多孩子变得那么蔫儿，甚至自闭，因为神经系统发育过程早期，如果一旦要用了抑制性的药，对着孩子一生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因此我讲这个，我向我的一些学生毕业以后跟他们一个建议，我说你们生完孩子把那个丈母娘接来，因为丈母娘来呢跟你媳妇儿容易沟通，两个人在一块儿打呢也不记仇，然后这样你回家呢也比较消停，
啊，这样呢他也愉快，孩子成长也健康。哎，我这个建议之后呢，我几个学生全这么做的，他们现在都很幸福啊。我后来也讲，奶奶也可以去看，但是呢不用奶奶去照顾。哎，那么谁来照顾呢？仍然妈要为主，老人搭把手啊。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家庭教育其实老年人听特别重要，尤其是像我这年龄，因为什么，这年龄都有第三代了。那么比如说我就很明白，如果我的孩子在家，就是我女儿在家或者女婿在家，有时候我在这屋他们在那屋，我听着孩子哇哭起来，我知道从哪儿摔下来了，从我内心来讲想立马冲出去去看一下，但是我知道他爸爸在，他妈妈在，我跟自己讲不要露面，不要露面啊。但他如果爸妈要出去了交给我，我是可以管的。所以这叫什么呢，一定要父母亲自抚养，因此亲自陪伴比给孩子挣钱更有价值啊。我女儿当时生孩子的时候，我就提出来，我说我把工作停下来，我照顾你，你自己带孩子。她当时很不情愿，她说这个院里头几乎没有不情愿嫂子。那么到半年到一年她都很不情愿，现在我的第三代已经六岁了，我女儿跟我很快乐的说，妈呀，你说的这太对了，我觉得自己带就是有价值。为什么？她平时跟着女儿怎么吼，她女儿都往她身上爬，也就是说她不会恨你。可是我们北京曾经发生过一起案件，一个男人32岁，在一个晚上因为不高兴先把妻子捅死，捅完以后就想，他每次一有事他妹妹都跟他父亲窜火，他又出去把他妹妹给捅死，捅完父亲赶来把父亲给杀了，最后把母亲也杀了。他们这个家庭，爸爸妈妈，他是哥哥，还有一个妹妹，真的是儿女双全。然后他自己还结婚了，老婆给他生了两个儿子，一个2岁吧，好像还一个4岁还是6岁。那么他杀完了4个大人，突然明白了，俩孩子没人管了，坐在晒台上抽烟，用他自己的话讲，抽了好长时间的烟，最后想，反正我必须得逃了，我要逃的话这孩子没人管，那干脆也杀了，闭着眼睛把两个孩子捅死了，一家六口一晚上。然后他哪儿呢，他跑到广州玩去了。我们最开始以为他被人杀死在外面了，结果一查手机信号，发现他的信号在广州，而且是娱乐场所。当我们警察赶到广东的时候，他又跑到了三亚。最后我们在三亚把这个人抓住，所有人不能理解，这个家庭他的名下有3套房，他们家一共有4套房。父亲把当时这个2008年奥运会北京市征地赔偿了400万，以及他们家的100多万合起来买了4套房，3套写的是儿子的名字，1套写的是女儿的名字。这个家是不缺钱不缺房啊，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儿子把全家人都干掉？有人就怀疑了，说是不是他父亲跟儿媳妇不正常，儿子不是他的。我说你们有没有脑子，儿子不是他的，他应该先杀儿子，为什么要犹豫那么长时间才杀，对吧？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他是不是精神不正常。我说你看着监控，他做完案之后离开小区是怎么，离开楼道是一手蹲步把，一手垃圾袋，这么大一垃圾袋，说明什么？他作案之后做过反侦查的，擦脚印啊，擦指纹啊，然后把东西扔到垃圾箱里，打了一辆车走了，就这过程足以说明他精神正常。那这两个都排除了，他说那他有什么理由这样干？所以警察抓住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这样做？他回答就两句话，因为父母对我管教太严，妻子在家里又争强好胜。这两句话，当时有一个老记者打电话给我，说李老师啊，我真的不能理解这种犯罪心理，我要听你给我解释解释，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犯罪心理。我说他两句话说得非常清楚了，他说父母对我管教太严，妻子在家里又争强好胜。他把父母和妻子都放在对立面，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他把至亲的人都视为跟他过不去的人，那这个人说明他有自己严重的性格问题。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人说起单位来，这人不是东西，那人不是东西，这人不好，那人不好，
我们就知道这个人自己性格上一定有严重问题，对吧？那么他把父母和妻子都放对立面上，我们就知道了这个人自己有问题。什么问题呢？一般什么人会把亲人都说管教，对他的好心当成这个敌对的敌意？我们知道是任性的、自私的、肆意妄为的人。那他为什么这样做呢？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问题在哪？我说还有，他第一句话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他说父母对我管教太严。那么我当时看到一个专家在电视上分析，说他父亲老打他，一定父亲打的导致他仇恨父亲，他才杀他们家人。我觉得这个分析吧有事实，因为他父亲确实打他，但是打是不是他杀人的动机？我认为不是，不是他的重要原因。真正重要原因是前边那个字，父母对我管教太严的太严。这个字我听出了什么？我听出了一个标准线在这儿，太意味着在这儿，这叫程度词。所以他说父母对我管教太严，父母在这儿，那说明什么？这个孩子不是父母生下来自己带大的孩子，父母管教他之前一定有人管过，那个人是不严的。谁呢？我们分析也能出来，一定是他的奶奶，因为他是父亲的长子，他父亲也是长子，所以他是奶奶的长孙。那么长孙他出生的时候奶奶一定年轻，也就是说父母二十来岁，他的奶奶农村妇女嘛，也就五十岁都不到。儿女要打拼，那我替你们看孩子，农村老太太喜欢孙子啊，宠啊。我们知道宠养的孩子最容易养成刚才我说的自我中心、肆无忌惮。那么这个问题的悲剧让我们看到了在哪儿？也就是说父母在打的前提是你得亲自抚养，如果他对你没有依恋关系，他没有你怀中的记忆，他没有你脖子上的快乐，你说我是你血缘上的父亲，我有资格打你？我告诉你，他真有杀你的能力。那么类似的情况我还遇到过，我曾经在我们北方的一个公安，这个因为一个案子出差，当时去监所，就是我们看管犯罪人的监所的路上，他们的一个刑侦支队长跟我一边开车一边问，说李老师，正好有个问题我问问你。什么问题呢？他说我这儿子现在16岁了，16岁呢，他说现在呢就是不学好，上网吧玩的通宵不回家，他妈那边急了给我打电话，我才知道叫我回去管管他，他说我回去以后我就揍了他2次。我听完这话我就知道还有结果，我就问后来呢，他一边开车过了一会儿，他说我最近吧发现一件事儿，他说所以我想跟您请教一下。我听着，他说我那天吧难得在家待一会儿，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拿出我们家的相册想看一看，他说我看相册的时候我意外的发现，他说李老师你知道干我这行特别忙，我跟家人合影不多，我们一块玩的时间很少，我们那照片不多。他说我就看那相册就发现那照片凡是有我的脸上都有被刀割过的痕迹。他说李老师我怀疑这事儿是我儿子干的，您说呢？我说那还是你老婆干的吗？我说你老婆舍得吗？所以他说那怎么办呢？后来我就知道这个情况，我说你看你平时不带着，现在他表现不好你就揍他，那他不恨你是谁啊？我说现在给你脸上刮刀了，以后在脖子上抹刀就没机会了。他说那我该怎么办？后来我跟他讲，我说你缺的是跟他的情感关系，所以你现在真打算管儿子，我说我给你一个建议，你第一件事要把这事儿当做一件事认认真真的来做，你现在无论多忙你都要把工作放下，放下不是完全放，就是你要拿出时间来真正把重点挪到家里来，要做一件事情。他现在已经16岁了，你带着儿子去做体育项目。男孩嘛，妈妈是带不了做这些的，比如你可以潜水，你可以爬山，你可以跟他玩足球，你可以跟他打篮球，你可以跟他打乒乓球，你还可以做男人的游戏，对吧？玩吧。我说
玩的过程当中，你教他几招，你要有耐心，要有爱心，让他，你的目的就是让他跟你一起玩的开心。玩那么一段时间以后，两三个月之后，等到有一天你们又打球打得浑身大汗，把衣服一解，坐在那里落汗的时候，你可以跟儿子这么讲：儿子，你长大了，可以跟爸玩到一块儿了，爸真开心啊！哎呀，儿子，我也在想，咱们家三个人，俩大男人，你妈一个女人，可是这个家她真的很重要啊！我在外面忙，她一直很辛苦把你带大，可是我们两个男人不能让她伤心啊！我听说你好几个晚上不回家，让你妈一宿一宿睡不着觉。我说你要这样跟儿子说话，他一定会接受，而且他会改变。所以我讲这个亲自陪伴，它实际上是一个情感抚养的过程，这也是我讲心理抚养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啊。无论是情感还是性格，其实都很重要。因此亲自抚养啊，这个是比孩子挣钱，比为他挣钱攒钱更好。我们都知道富不过三代，所以我们现在钱差不多就行，真正重要的是在孩子需要你的时候去陪伴他。那么在后面的理念呢，我还有两点。一个呢，就是这个我们给孩子什么，孩子今后就会回报我们什么。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在社会，有时候我现在这个年龄我都看得比较多了。有一次我和我们妇联的同事聊天，还说这个话，我说我从我身边就看到，比如我的孩子当时跟他一块长大的还有一个女孩，那个女孩学习比我女儿更好，然后后来她爸爸妈妈也是很有工作能力吧，很有钱，最后就把她送到了英国去读书。这个孩子最后一直读到了硕士毕业，然后在香港的一个银行工作。这个工作以后呢，大概去年吧，前年才结婚啊。我的女儿呢，就处于学习上不是太强，但是呢，我的女儿性情非常好。她学习就不强不是她的问题，是我当时怀她的时候，有几次这个问题保下来的。所以我对她一直不强要求。我女儿当时我也讲，我说如果你考不上大学，我说我得把攒的这点钱给你送到国外去读个语言吧。我女儿也很坚定地告诉我，我在国内都读不好，我到国外去读，我才不受那个罪。然后他很明确地告诉我说，他说我想学音乐，当音乐老师。最后很好，我的孩子，我就发现他自己很有主见，后来确实如他所愿，读了音乐的老师。然后他一毕业就结婚，一结婚呢，这个我就很早就见到了我的第三代。所以我身边的这个朋友们，包括我同班同学，我是七七级的，我们七七级呢，我在班里是最小，我们班最大的比我大一轮，我们都属狗的，最小属狗，最大属狗。可是我非常意外，我是我们大学同学当中第一个当祖辈的。所以当我带着第三代那种感受，那种快乐，我有时在想，我要逼我的孩子去学高学历，学国外，学到最后呢，三十多岁找不着对象啊。我现在大学同学很多这种情况，就是他们的孩子都太优秀了，可是三十五六岁了居然没有对象啊，找一个二婚的还不放心，还得让我从公安的角度给他侦查一番。所以我就讲，这个真的是各有利弊。因此有的时候人生啊很难说。我有一次跟我们一个这个刑侦的一个研究员讨论这个话题，他也这观点，他说我们大学同学每次聚会啊，有的父亲可教我呢，我这儿子现在在某某某小学，一听哎呀重点，过段时间某某某高中，哇大家一听名牌啊，最后上了名牌。那个父亲的儿子呢就不是他这样的，那个父亲每次不吭气，说你儿子怎么样啊，就这样学习不行啊，不行怎么样呢，在某一个中学混吧啊，混到后来这孩子呢初中毕业以后就没考高中，人家直接选了一个职高，这个职高呢是做那个西餐啊，也学点中餐，毕业以后呢就到一个大酒店里当厨师了，结果正好大使馆招厨师，因为他学的西点啊，这孩子人也很老实，最后通过考试呢就把他招去了。说现在你没看我们这些大学同学聚会啊，属他这父亲最骄傲，来尝尝我儿子拿来的红酒啊。
结果那个父亲说，你儿子变了，他读博士呢，以后干什么呀？不知道呢，还花钱呢，现在。所以我讲这个，我们其实做父母的啊，我刚刚讲给孩子什么，孩子回报什么，我觉得我们应该跟孩子有一个很好的交流，而不是以我们的意志逼迫孩子去达到什么，对吧？所以刚才记者还问我一个问题，有的孩子读到初中就要自杀，为什么？因为他找不到快乐。我顺便讲到这儿，我也想讲讲青春期的孩子的学习问题。我特别主张，当孩子进入到初一初二开始，无论父亲和母亲都有一个要做的事情，就跟你的孩子聊聊，孩子你觉得你喜欢做什么事情你会很快乐。其实孩子也不知道做什么事情快乐，于是做父母的你可以给他提供几个参考，比如做这个，比如做那个，你可以提出三四个的。我当时就跟我的孩子探讨过，我说咱们做导游啊、咱们为什么说导游呢？说起这还有一个故事，我有一次出差，就是2003年 SARS， 我当时出差大巴上的人很少，就很少有人坐飞机，结果那趟呢居然还有一个旅行社，那个女的就是旅行社的负责人，我们俩正好坐在一排。后来她说，您还出差呢，还工作呢？我说啊，我说你呢？她说我带人出去玩。我说你是干嘛的？她说我旅行社的。她说我自己开的旅行公司啊。后来聊多了我才知道，她说我父母都是北师大的教授，我们家就我一个人不是大学毕业，他们都是我的哥哥姐姐都是研究生博士。他说我在我们家刚开始吧最没地位，我父母刚开始他们都很对我很气愤，结果现在呢，我爸妈的房子是我给买的，他们现在谁都没有我有钱，所以现在爸妈每年，因为他旅行社嘛，我每年陪我爸妈都到一个就是一个国家去玩啊。他说现在我们家就完全不一样。后来我看他我就讲，哎呀，我说真是哈，有时候一个父母要如果宽容一点，你不同的孩子会有不同的孝顺，对吧？有的他强呢就对国家多做一点贡献，有的弱呢他可能会在你身边会给你温暖。所以在中学这个阶段呢，要跟孩子去聊他喜欢做什么，然后多给他一些选择，他这个选择会趋于逐渐的明确，他最开始并不一定明确。那么有的时候我现在接触外边的一些，就是我因为工作关系接触不同层面的人，有时候我遇到的是地检的，有时候我遇到是公安的啊。我经常会遇到这个，就是很随意聊天。比如说，一个银行的地委书记，他就讲：“哎呀，我这孩子吧，看这个动漫，连日语都看会了。可是我发愁啊，他怎么考大学？”后来我跟他父亲讲：“我说那他考什么大学啊？他这么喜欢看动漫，你干脆让他到日本去学动漫，不是挺好吗？”他父亲大吃一惊说，哎，李老师，我从来没想过这事儿。我说对呀，他既然都已经把日语都学会了，你就让他学动漫了，而且女孩研究个动漫也挺好的，我们知道现在我们的儿童片也太匮乏了，对吧？有一个我当时去南京有一个妈妈，她也说，我这儿子啊每天把他房门关在那屋子里的床下，我李老师没法说，全是罐头里都是小虫子啊，我怕死了呀，我就怕他的虫子给我满屋子爬了。我说爬了吗？他说没有啊。后来我说你这儿子大的适合学昆虫或者学生物啊。他妈妈说，哎，你说的倒也是啊，他真的喜欢这东西。所以我说如果跟孩子，包括我自己的孩子也是这样，我刚刚提到了，我因为当时怀孕没有很好，因为我第一个孩子我因为是有那个得了一个病，当时做一个手术，所以就没药，结果大概就没药，以致我怀第二个的时候就出现了就是不断的老出血，但是大夫讲你如果这个再不保的话你后边就很难了，所以我当时就保下来。保下来我这孩子当时上学前呢，我正好我们要求老师下派，我到了外地去工作了一年，因此他上学的前一年既没上学前班，我妈妈也不舍得让他送幼儿园。当他上学之后，我第一次开家长会，孩子们坐在那儿，家长围在边上，老师就提问啊。最后我那孩子一个也没问，老师说了这么一句话，班有一个孩子脑子特慢但是学习特努力，我后来知道说的是我的孩子。然后后来呢我慢慢来接受这个事实，然后当孩子，我那孩子唱歌唱得非常好啊、后来一直到中学，全班一共全年级四个班120个学生，他每次考试100名之后要开个100名之后的家长会啊、
就督促家长督促孩子学习进步，我每次都去开这个会，然后别人就说，那李老师你怎么还来啊？我说我怎么不能来啊？我那孩子呢特别有意思，我说他很阳光，就因为我们俩一直是朋友关系，他爸爸是个军人，经常不在家，每次考完试呢他回来就会在屋里喊，妈妈今天成绩出来了，我要给你报念成绩吗？我说要，然后一边做饭他一边开始念，妈妈你听好了啊，我语文他一般都从高速报啊，90多80多70多，结果妈你要做好思想准备，我要念数学了，我说啊念吧，我得了15分。我说满分多少啊？满分150啊，我说10分之1啊，我说可以了，不赖你，咱遗传不好，谁让你爸数学不好的，我就这么跟他开玩笑，但我从来不斥责他，因为我知道他不是不努力。他后来跟我讲过，他说妈妈我真的努力过，我尝试过，就老师讲的数学课我一直盯着他看，一直听他讲每一句话，听到他讲完以后他留下作业，我旁边的女孩就一直在玩，她一直还扰乱我听课，结果等下课她问老师留什么作业，我把作业给她，她居然下课就把它做完了，妈我还不知道那作业怎么做的，她说你说怎么办呢？我一听这确实是个问题，后来我就跟她商量，我说要不咱们找一个不考数学的专业吧，我说我想想哪个专业不考数学。所以我在初二到初三一直跟他探讨这个话题，最后他自己说，妈妈我要当音乐老师，因为他从小就唱歌，他歌确实唱得很好，但他声音很小，他的声音就属于那种轻歌剧的声音，非常纯净，那老师也说，但是呢我认为他不适合去当演员，于是后来我说行啊，学音乐老师咱教不了大学教中学，教不了中学教小学，小学教不了咱教幼儿园，我说当老师蛮好的嘛，于是我们就坚定了方向，怎么样呢？从初二开始学钢琴，他之前没学过，因为我不懂，我没有给他培养这方面的东西。后来找老师，老师说：“哎呀，太可惜了，为什么？说你这孩子特别适合学音乐。”我一直不懂得什么叫适合学音乐。然后老师说：“你过来，给他弹琴。”弹完以后，他给唱出来。老师说：“你明白了吗？”我说：“还是不明白。”老师说：“这叫试唱练耳。”我同时下去几个键，很多人只能听出一两个来，他能听出5个以上，所以他的听力是非常好的，他适合学音乐。说你要如果早点让他学钢琴就好了，我说我也不懂啊，现在怎么办呢？初二，就跟老师商量，从初二开始学钢琴，直接奔五级，就是9级的曲子练5首，一直练到高中毕业，然后就考这5首当中的3首。他是这么来考上的这个师范学院，但是呢他文化课学习还是没有放弃，他的其他除了数学之外物理化学没学，其他的科目最后也达到了，就是整个合起来能达到550多分。所以我当时就在想，如果我不懂心理学，如果我逼迫他让他必须给我说，因为我们很多家长都说这话，人家都拿100分你怎么就考70多分，这是很多家长说的话，我从来不跟他说这个话，而且我的女儿也特别善解人意，她非常懂事，所以老师就讲她这性情非常适合当老师啊。后来呢很顺利的，她是他们学校唯一的一个考进了北京的211大学，因为首都师大是属于北京市的重点大学，所以我在讲这个成年人给孩子什么，孩子就回报给你什么，我们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你要跟他做朋友，你要让他有一个阳光的心态，健康的心态，而不是逼迫他达到一个你认为的高度上啊。这个是我非常强调的，就是帮助孩子找到自我的价值，这是我们父母的责任。那么最后一个理念呢，是我强调，就是孩子们这个啊，应该说大人们好好学习，孩子们才能天天向上。我们知道过去毛主席写给孩子们的话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是给孩子们的，那么这个话呢被我们北京的一个中学老师给他改了一下，叫做大人们好好学习，孩子们才能天天向上。我觉得这个话我非常赞同，所以我在这里也特别强调这个理念，而且事实上也有很多血的教训，比如说曾经有一个很有名的案例，这是我在今日说法做过几次点评的，这个案件呢是一个小学5年级的孩子，他呢痴迷网络游戏，但他不光打游戏，这个孩子真的是痴迷的过程当中啊，他想象力很发达，他写了好多网络小说，
这个网络小说呢，结果有一天被他父亲检查作业发现了，打开一本是网络小说，再打开一本作业又是网络小说，父亲气得说你什么也干，这什么巴巴撕完以后把一把火放在盆里给烧了，说你是不是天天到网吧，你天天玩游戏，你已经痴迷游戏了，你要再去网吧玩我就告诉你，我打到你的腿。因为小学五年级啊，父亲的凶狠还是管用的，这个孩子当时给吓了，真的是怕父亲。父亲不光要管他，父亲还挺负责任的，直接找到了班主任，说我这儿子沉迷网络，写了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老师啊，我以后不能让他去网吧了，咱们你也得帮帮忙把他管好。老师说好吧，那么咱们建立一个家长联系本吧，每天下学的时候我给你写上他离校的时间，你到家一检查你就知道他有没有去网吧玩了，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联系本建立起来以后，这个孩子就安静了，再也不去了。可是有一天星期五下学，结果这个孩子呢，当时别人就嘲笑他说，乖儿子乖孙子，你快回家吧，你爸爸奶奶都在等你呢。这孩子很没面子，就说谁乖儿子谁乖儿子，他说你看老师为什么就给你写个联系本下学时间，我们为什么不写呢？那不是就是要回家向你爸爸汇报的吗？这孩子说谁呀啊，然后朋友就记得说你赶快跟我们走，你到网吧玩去，你敢去吗？那儿子说有什么不敢去的，走啊走啊，背着书包就去了。为了在同学面前逞狂，他去了以后再回家就八点半。这孩子一到家就明白了自己要面对这个可能暴怒的父亲，怎么办呢？真吓坏了，开了门悄悄地打开，呲溜从他父亲沙发后了。其实他孩子小，他不明白父亲虽然凶狠只是为了吓他，父亲心里是爱他。父亲都没看见，还在那看电视，不知道真没看还假没看见，反正他过去以后父亲没吭气儿，他滋溜钻到自己屋子里，赶快把门一关，脱了衣服就上床，因为他是星期六早上还要上课。奶奶就赶快跟进来，奶奶说你还没吃饭呢，你干嘛就睡觉呢？快出去快出去，我要睡觉了。他觉得他钻到被窝里父亲在挡着就不合适了，所以他就想睡觉了。结果他父亲也没追进来，吃没吃饭咱不知道，第二天早上起来他七点钟起床就开始往外走，到上午十点警察敲他父亲的门，说你儿子跳楼自杀。这个父亲大吃一惊，早上七点钟上学怎么会在我楼下跳楼自杀呢？因为被人发现就已经八点之后九点，然后发现报了警，警察来挨门挨户找到了他们家，最后调出了电梯的监控，看到的结果是什么？这个孩子背着书包戴一鸭舌帽走出家门进了电梯，但是他没有摁电梯，低着脑袋一只脚踩着后壁一只脚站着，大概定了一会儿直接一手就摁到21层，也就是说他一直在负担着怎么躲过父亲的暴怒。那么当他跳下去以后，父亲悲痛欲绝，最后掀起了一场3场官司，第一告网吧，第二告这个管理者啊什么，还有这个游戏经销商和游戏制造者。这个官司打到国外，因为这个游戏是美国的，美国人挺坏的，因为我看有些特别坏的游戏都是他们干的然后呢，这个父亲这场官司打得很艰难，为什么？人家说你脑子得找出证据来，玩游戏这么多孩子，为什么你的自杀？你自杀凭什么是说跟我游戏有关，对吧？所以当时这个官司呢，这个节目是法治在线播过，今日在线播过，今日说法播过，很多这个都涉及到了这个案例。我在点评这个案件的时候，他们告诉我，在这个孩子死了之后，在他的教室的抽屉，就是他的桌子课桌里头又翻出了一摞，还是网络日记。那么当时我们在做那节目打开的时候，我看到了他写的是什么，这个改编于魔兽争霸然后呢前传第一章还有 Word 什么都有，标题整版整理，然后下边第一句话是什么？我就是个垃圾，我就是个垃圾，宙斯不理我了，塞纳也看不起我，我就是个垃圾。我看到这个话我明白，这孩子一定是在父母暴怒，这父亲暴怒之后写的，而且他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来，他觉得他在男同学女同学面前都没面子，所以当他闯了那一次狂以后，又怕父亲导致他最后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其实
我没有机会跟他父亲去当面讲，而且我认为父亲的这种心情我完全能理解。大家知道我研究犯罪心理，我最难的在哪？我曾经在凤凰的名人面对面，就徐可慧的一个采访当中，我说过这个话。其实我研究犯罪心理就像医生研究病情，我研究完以后的价值，我是研究不出药来的。我研究的价值，我就知道这病怎么得的。如果我作为一个养生的专家，我可以告诉大家怎么不得这个病。那讲病是很容易的，比如说不要吃太多啊，什么什么东西要控制。可是犯罪不是这样，因为你看到的问题基本都是孩子的父母的问题。可是当一个孩子出现了问题的时候，你跟他父母怎么去说？他已经没有孩子了，你再去告诉他的过错。所以这是我最心痛的问题，也是为什么我很多讲课经常不愿意对外的问题。因为我在这儿我敢跟你们讲他，但是如果把这拿到整个中央电视台，这个父亲要看到的话，他是什么样的心情，对吧？其实我想告诉这个父亲，如果是我的话，我绝对不会这样，我会把他的东西拿出来念一念。哇，儿子你写这么多，我再看看啊，哇，这写的是什么呀？如果要真的写的不错的话，哇，孩子我发现了你有作家的天赋哎，啊，你要喜欢写作的话，以后多写点，咱们找专家给指导指导。那您的儿子绝对不会挑，您的儿子没准还真的成一个网络写手，对吧？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父母他只觉得这问题是外部的，他从来不明白是自己的。当然我现在讲的是教育的问题，如果有机会我跟大家聊心理学，大家就会知道，在我在遇到的所有心理有困扰的来找我的人，在我来看，他的问题在什么上？他的问题不在于他周边环境险恶，一定在于他自我没有反思意识。我们知道什么叫反思意识？反思意识就是在你的头脑当中，把你所处过的情境在脑中像演电影一样，把你作为一个外人来看，这个人表现的是否得当。换句话讲，跳出自我，客观的审视自我的情况。那么这种反思意识的人，他能够发现自己的问题，因此他不需要别人告知，他就知道他怎么错了，他可以调整。可是很多人当出问题的时候，他一般这问题都是别人造就的，这个那个。所以我们很多母亲因为孩子上网成瘾，对网吧特别愤怒，他们写信给中央要取消所有的网吧，结果这个呼应跟没人理。后来有一次有一个记者采访我呢，比较直率，我就回答了，我说其实网吧不是重点，重点的是我们家庭教育。结果有一个母亲很愤怒，写了一封信来这个啊指责我，我看着说哭笑不得啊。我想说什么问题？我有一次去一个北京重点中学和我们的这个初中的学生干部座谈，学生跟我们讲，凭什么你们成年人立法不让我们孩子接触网络？啊，我们接触网络就一定学坏吗？你们就这么低估我们吗？说的我和他们的老师校长无话可说。而且我也是这观点。什么呢？我们社会发展现在这么快，大家知道这个现在如果发生战争，对抗的是什么？对抗的已经不是拿着枪和剑了，对抗的是数码电子，也就是美国成立数码部队啊，我们现在也有大数据，所有的这些。那么这些东西它的擅长的都是什么人？我们最开始就讲黑客的问题，在这个行业当中有一句话说，黑客是博士不如硕士，硕士不如本科，本科不如 teenage。 什么意思呢？ teenage 就是十几岁的孩子。世界上最高手的黑客全是十七八岁的孩子。那么一个国家你要想在这方面走到前沿，你不让你的孩子接触这个电脑，不让他接触网络。所以我觉得母亲你不能太狭窄，你不能因为你的孩子上网吧不学好，你就让所有的网吧关门啊，甚至不让孩子接触网络。关键是什么？关键是我们如何在孩子早年给他养成好的这个心理。所以我刚才讲了七个理念，大人们好好学习，孩子们天天向上。那么现在我还要简单说一说我们在孩子早年教育当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其实
人的出生它是一个，我把它称为叫轨迹式的。轨迹什么意思呢？就心理发展它不是公路式的，不是可以随便改线的。那么你今天的表现一定有相应的过去。我做犯罪心理分析画像，我主要研究的是什么问题？研究的是那些缺少物证人证无从下手的案件。因为缺少人证物证他无从下手，他最后来找我的话，他们觉得你心理分析，你给我分一下心理吧。大家知道这心理分析，我刚开始也不知道他能破案，结果后来我还真破了几个不错的案件。有一个案件持续15年，要人证没人证，要脚印没脚印，要指纹没指纹， DNA 什么都没有，它是一个系列扎刀，扎完就跑。13起案件死了11个人，目击证人也没有。那最后我怎么分析？我就从他作案的方式来判断生活当中这个人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为什么能做这样的判断呢？就是刚才我讲的，人的心理发展是轨迹式。我有时候也开个玩笑，我说你们想要什么样的人吧，你们想要什么样的人，我就告诉你们怎么养。无耻之徒是怎么养出来的，变态是怎么养出来的，冷酷无情的人是怎么养出来的。其实每一种人他都有一个他的发展轨迹。比如我就讲变态，变态大家都知道，这种人基本都是孤狼。什么叫孤狼呢？一般没谈过什么正经恋爱，他只吓唬过女性，而且女性一接近他马上都跑掉了。第二，没朋友。第三，他没有一项工作能长久的然后最后走投无路，他不是搞爆炸，就是给你出现一些变态性杀。那么很多人对这些人不能理解，我告诉大家这些人怎么养出来的。这个孩子生下来以后您就把他扔在那儿，晒着他，别理他。他不饿了吗？得吃奶，吃完两分就走。这孩子睁眼就是天花板，哭累了没人管，接着睡，睡完了醒了再哭吃一口奶又没人管。当他能坐起来的时候，眼前无人，耳边无声，干嘛呢？抠着眼前什么东西都行，要么是手里的，要么是床上的，抠着，他的注意力全在哪？全在手上。那么眼前无人，耳边无声，他对人有兴趣吗？没兴趣。所以当他慢慢长大，他会变得极其安静，他对人没兴趣，他一不会跟人目光对视，二不愿意跟你交流，所以他们的话很少。说话这是很自然，到年龄就会说，但是他的话是极少。问题是这些孩子从6岁之前到12岁之前都很安静，甚至到18岁。因为他的安静，甭管他学习好还是不好，老师基本不把他视为一个问题少年，所以老师也不会过多的去干预，也不会过多的去关心他。那么这种孩子可能到点回家了，到点来上学，问题是什么？他到什么时候开始出问题？我们研究变态是25岁之后他们开始出现异常。为什么25呢？因为25岁之前人们要选专业，找工作，找了工作找对象，然后结婚成家立业。可是这种人呢，他早年就是一个家里就没亲情，然后到成长过程当中他没有同伴。刚才我讲情感发展是由家的这个点，就是依恋对象和家的亲情，然后伙伴，然后对吧，同性别，然后异性别。你想他前面这全是空的，到了异性，同性没有，他异性他也没有，他还是很安静，他不会跟人谈恋爱，也不会主动找女孩去搭话。但是过了25岁，再迟发育的人他也会有性要求。性要求来自于哪？来自荷尔蒙荷尔蒙是什么？是生理的问题，它不是想不想的问题，对吧？是你有没有这个冲动的问题。当他有冲动，可是他拿什么去谈恋爱？他不会跟人交流。于是弗洛伊德把这话叫升华。什么叫升华？就把性冲动变成文艺、体育、创作。
他也可以创作，他真创作好了，他不出事儿了。比如说，有的人宅在家中一个人，最后唱歌一鸣惊人啊，成了名人了，这倒挺好。嗯、问题是，有些人永远没有一鸣惊人的机会，于是他怎么样？他觉得你们都看不上我，我得想办法一鸣惊人。怎么惊人呢？大家记得有一个案件发生在美国的丹佛影剧院，有一个穿成小丑出现在电影院。当这个开头片要开始了，他突然出现，人以为是一个表演，没想到拿出枪来扫射，那个现场当时也是死伤非常惨。最后这人脱离了跑出影剧院以后，被警察在停车场抓住。他跟警察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就是一个小丑。”然后警察后来好言安慰他说：“你先别着急，你的话都在法庭上成为证据啊，你先找个律师。”他最后来这么一句：“我家里还有炸药。”嗯，然后警察到他家才发现，整个这一层啊，你知道这人什么人吗？这人从小学我不知道了，我只知道他大学毕业找工作，因为面试问题他无法面对，他始终不敢去面试，于是他又回来读研究生。读完研究生仍然是不能面试，他又回来读博士。他读了一什么博士？读的脑神经博士。脑神经就更不跟人打交道了，把人掰开研究里边，那研究什么？所以他就研究炸药了，因为炸药的制造恰恰跟脑神经是一路的，对吧？然后大家还知道北欧国家挪威曾经发生一个爆炸案啊、嗯，这个也是一个杀手，这个叫霍尔姆斯，那个叫布雷维克。这个时候也是这样啊，长得一表人才，高额头，然后还宣言说一个人信仰顶上一支军队，他干嘛呢？他在市政府门口搞了一个自制的炸药，紧跟着跑到伊特岛上杀人。我们国内也有一起这样的案件，但是它不是爆炸，因为我们爆炸物控制的比较严。这个案件大家可能听说过，叫黄勇。黄勇是河南驻马店的一个案犯。这个人没离开过村庄，从小蔫蔫的，不惹事不生非，任何一个人想不到他会是犯罪人。他也是这样，他们家父母，然后三个儿子，他是最小一个。爸妈出去挣钱了，两个哥哥长大也出去了，得这一亩二分地，弟弟啊，你足够活了。他就那一亩二分地，每天一个人在家，家里穷的真的是一塌糊涂。但他用的这点钱干嘛呢？每天就是网吧待一待，然后小卖部买包方便面，一瓶啤酒就算一顿饭。他后来就想，闲的没事，小时候有个愿望，他看了一个录像杀手，于是他说我要当一个杀手。怎么当呢？把验面机改成一个木马床，他到游戏厅找那些玩到没钱的孩子，说我家有游戏不花钱，叫木马床，把孩子一个一个骗回家。骗回家干嘛呢？告诉说你只要躺下，把脑袋放在那格楞里啊，只要能够这儿到低于胸，你就算过了第一关。好多孩子傻不愣登的坐上去了，扒一躺脑袋卡住了，卡住以后说哎呀不行我上不来了。他过来了，不是帮你把他扶起来，他拿一个绳子把这儿卡围住了，两边也有木头啊，所以勒不死，但是你脖子起不来。当你脖子起不来的时候，他再把腿把你腰先勒两头，脖子和腿，然后勒腰，勒腰难受啊，这孩子会喊啊。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感受快乐，结果有一个一米九的孩子脸上最后尸体被发现砍了无数刀啊。他们问我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刀，我说这个孩子攻击过他，也就是说他仗着人高马大一直在骂他。但是最后的第十八个孩子他给放出来了，为什么？这我在枪枪上曾经讲过，这个孩子从被抓进被骗一直在哭，一边哭一边求他，你可以跟我做游戏，但是你别杀我，我们家就我一个儿子，我还一个奶奶，我还一个残疾的大伯，我爸爸妈妈今天就指望我了，你要把我杀了他们以后怎么办呢？他后来我见过他大伯，他大伯是抗美援朝，因为炸药一个胳膊一个腿没了，所以一辈子没结婚，就跟着他爷爷奶奶一块过。然后这个弟弟结婚了以后，这个啊，他们家现在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他是男孩。这个男孩非常善良，而且人也特别温和。这个过程他当中一直在求他，然后他就开始跟他显示我是个杀手，让他看这个让他看那个。这男孩不说话，低着眼眉不说话。最后这个黄勇说了这么一句：“你咋这么怂？就是囊那个意思。你怎么这么囊？”这个男孩就还是求他，
然后黄勇说了这么一句，说杀手的剑是双刃的，你不死我必死无疑。结果说明天我就要送你上路，给他多活了，他一共是四天，就第四天要杀他。结果等到第四天天亮以后，他把这男孩弄到那凳上捆上，这男孩就放声大哭，说求求你啊，说叔叔你不要杀我啊。然后他哭的时候呢，就说还是说这句话，他说你也有爸爸妈妈，如果你就这么没了，你妈妈回来找不到你，他得多伤心啊，他老了怎么办啊。他哭这话的时候，这突然他就这孩子自己跟我讲，他说黄勇不见了。然后过了一会儿，他说刚开始我哭，后来我发现他也在哭，但我不知道他在哪儿哭。他说我躺在那儿我看不见，我听着好像就在我的腿的那个下边哭。哭什么呢？他说我听黄勇在说，他说我们家人从来不管我死活，我在这儿他们从来不关心我，我就是死了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才不在乎我死活。结果这个孩子特别善良，他说什么，那叔叔你要不嫌弃，你把我认作干儿子，你老了以后你过来，我给你一块养老啊，我把你和我们家人放就是一起生活好不好啊。然后黄永达说那你不许报警，他说叔叔你不杀了我干嘛要报警。结果黄永最后生生把他放了，放完了以后把他送回来以后，这孩子也挺鬼的，他没回家，他跑到一个同学家去了，在同学家也不吭气，说我在你家睡一晚上，睡一晚上。当他早上一出来，黄勇就起来了，黄勇蹲在那门口等了一宿，怕他去报警。结果一看这孩子真的没报警，黄勇放心了，跟他讲你先别出来，你那眼睛还红着，因为他被勒的嘛，眼睛都是血红的，你先回家养养，先别出来呢，过两天我再来看你。黄勇走了。当黄勇走了以后，这孩子跑回家五天，妈妈都快疯了，找不着他，吓得呀，就看他回来以后一看，到处都是勒着痕迹，血红的，把他大伯叫来了，把那个他的自己就妈妈的姐姐也叫来，他那个妈妈的姐姐好像是个老师，有点知识，然后一块商量，最后全家决定还是应该报警，这个案件才得以揭露出来。但是这个案件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什么现象，这种变态，也就是说什么叫变态，就是杀人一不为钱，二不为性，三不为仇啊，四没有冲突，也就是说我们常见的动机没有，这种案件才叫变态，也就是它非常态的犯罪。那么现在我讲的这个故事大家就明白了，变态是怎么养出来，只要你从小晒着，晒到他到一定程度以后，当他荷尔蒙和社会交往发生冲突，他就会出现表现异常。因此我们在这个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他的知识实际上是有路径的，这个路径呢我刚才讲了第一个问题，其实我已经讲了，就是出生之后亲自抚养，养他到三岁，有恩于他，当他依恋了妈妈并且也离不开爸爸，因为一生病嘛，一定是爸爸抱着妈妈陪着，对吧？平时呢都是妈妈来照顾他，给他换尿布收拾啊等等，陪他睡觉啊。所以当他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三岁开始第二件事就是要性格培养，我前面说的性格是要付出啊，还要这个自制，那我现在要重点来讲讲性格培养。其实性格培养呢，我认为在孩子六岁之前做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我们发现很多青少年犯罪，家庭齐全，爸妈正经人，不愁吃穿，找不到理由。他们会问我为什么，我说只要一个青少年这些家庭都正常，他犯罪一定有一个特征叫征象，跟得病一样，这个征象就是逃学，能学不学逃学，这是很多少年就是家庭正常但学坏的一个重要原因。我曾经问一个这个少年杀人的主犯，我说你为什么不上学，他回答上学没劲。我说什么有意思呢？玩啊。我说那你长大了玩什么？没想过。这三句话我当时给他们分析，你看出这孩子什么问题，他任性。任性什么意思呢？就是爸爸说不听，妈妈说不听，老师说不听，谁说我都不听，我想干什么干什么，你拿我没办法啊。刚才我不是说吗，这孩子要什么不给，要从楼上跳下去，为什么？拿他没办法。那么这个原因在哪？检察官不能明白，所以就质问他们的父母，说你们怎么把儿子教育成这样。那父亲回答说，您不知道啊，这孩子不上学，我说过的，我劝过的，我打
他，我骂他，我能用的方法都用了，可是我拿他就是没办法，他不听我的。所以我们进了演播室，他们就问我一个问题，李老师，那您认为是什么问题？我回答的是，他管不了啊，一句话，他管晚了。这个孩子的韧性已经养成了。这个什么叫管晚了呢？性格形成有关键期，就刚刚我说言语。言语大家都知道，六岁之前是母语，你六岁之后学的语言和六岁之前是完全不同的。母语什么意思呢？你就是二十年三十年不接触，你张嘴都能说出来。所以性格的东西一旦形成，为什么特难以更改？大家要明白一点，我们能够心理咨询矫治的是什么？是你创伤性的东西，情绪性的东西。如果一个人好吃懒做，你要把它变成不好吃懒做，那真的是很难啊。那就好比刚才我说的一个癌症，你要把它这个糖尿病，你给它变成不糖尿病，这真的是很难。所以最好的一个方法是让他一开始就别吃多了，别把它糖超量啊。那么这个很重要一点，要在六岁之前对孩子进行性格培养。为什么六岁之前？我说六岁之前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三岁上下对孩子说不行。三岁之前有恩于他，有恩于他。你比如我要求我的女儿养孩子的时候，只要一哭你就把他抱起来。为什么？因为一岁半以前他的哭喊都是生理性的，不是心理性的，他真的是感觉难受了他在哭。有时候孩子一闹了，他不是真闹，他是困了，要不就是饿了，对吧？可是三岁之后就不是了。三岁之后很多孩子他能够表述自己的很多东西了，而且他开始有主意了。比如我们现在最常见的是玩手机，这孩子拿着手机，我那个第三代当时爸妈出去了，交给我让我带着他，他看我玩手机，他也要，我们家有 iPad， 这一看看着不撒手，我一看半个小时了，我都不让他看了，我说你这么长时间看对眼睛不好。当我把他拿走的时候，爬上来就给我一巴掌。这就属于什么呢？他已经开始有主意了，他开始要反抗了。那么如果这时候你说啊，给你给你，这是一种处理方式，你不给呢，咔，我递一抱，啊，就给你哭开了，对吧？哭开你不要怕，我说了，三岁开始对他说不行，就是抓他一件不对的事儿。当他跟你哭开的时候怎么办呢？拉着我一拖，说才三岁多吗？多好管啊，带到卧室里把门一关。在管孩子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记住，尤其小孩一对一，也就是说无论是妈妈管还是爸爸还是奶奶还是爷爷，不要当着全家人的面，甚至不要当着第二个人的面，因为你在说他，他看他的眼睛，这效果整个没用了啊。所以只能让他看到你。因此我们全家还有一个我们叫契约，什么意思呢？只要有一个人管他，其他人一概不出声啊。我们可以，比如我不同意他妈妈这样管，那我等他这事儿过去后，我单独跟他妈说，但是在他妈管的时候，无论他对错我不出声。所以这是我们老人的一个原则。那么也就是说，把他带到卧室里一对一把门一关。第一，不要骂，骂你给他一个不好的行为示范，他以后会用这种方式对待别人。第二，更不能打他，他那么小，你踢他两脚这都不对啊。第三，你不要在这儿蹲下来说你这样是不对的，你不要哭了。他在哭，你在求他，你给他一个不好的印象，让他感觉到你很贱啊。所以你不要求他，你也不要给他讲道理，他哭你不出声就行了。第四，不要走开，走开了就剩他一人，那叫惩罚，你爱哭不哭我不管你了。所以他没有感受到你教育的意义。那么怎么办呢？四个不做，就做一件事儿。你拿一个凳子在他跟前坐下来，然后告诉你要哭就哭吧，门放地下他也摔不着，对吧？你面对着他，就这一句话就够了，哭吧啊，然后不出声了，俩手一插，笑眯眯的看着他。这个孩子在哭的过程当中，他会睁三次眼，第一次是哭半天怎么没动静，睁眼看一下，啊，就在跟前使劲再哭，对吧？第二次再睁眼一看，啊，还是这副表情，怎么回事啊？哎呀，我都累了，对吧？第三次哭了，实在不行，睁眼看，这也就这样了，算了，别哭了，对吧？所以这就是一次较量，叫他哭一次痛快。
当他哭的声音渐弱以后，你起身出去给他拿一块热毛巾回来。你出去吧，他挺不情愿的，你回来他暗自窃喜。热毛巾一擦，心想，哎呀，你还是爱我的，对吧？然后擦完了把毛巾一放，你坐下来说，还哭吗？要哭接着哭，我等着你。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哭痛快了，你自己不想哭，你自己停下来，对吧？问题是我给你一个态度，你做的不对，我不在乎。否则的话，为什么有些孩子动不动您爸爸就自杀呢？有一个妈妈就是这样，一个儿子12岁，网吧玩了一宿没回家，妈妈都急疯了，一看他回来以后臭骂一顿，好，你自己跑屋里喝了农药死了。妈妈急了，说为什么呀？打电话，那是我们叫大家看法吗？当时专家是我，跟我联系。我说因为在他成长过程当中，你只让他知道你爱他，你从来没有告诉他你做的不对的时候你不爱他。他觉得你那么爱我，那我就死给你看，我要用你的爱来惩罚你。所以你一定要在他小的时候告诉他，你做的不对，我不爱你，我不心疼，对吧？那么有人说了，我的孩子脾气大啊，有人告诉我的儿子脾气大啊，打滚，脑袋当就撞墙上，脑袋当时就一包啊。李老师，你说这种时候怎么办？我说这种时候你更不能过去，你要现在过去，他以后接着撞，以后不光撞了，以后跟你干这个了，对吧？所以他撞的时候，他撞出声了，你也出声，你别不出声。你说哟，撞那么响，疼不疼啊？挺疼的吧？不过这事儿你自己决定，这跟我没关系啊。你要是想撞，你可以接着撞，这事儿你自己定啊。你看他撞不撞？他肯定不撞，因为真的很疼啊。所以以后他再跟你闹，他就知道闹没用，他跟你闹。哎呀，大家不要小看我说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国人能闹的太多呀。你看那个有的，我看那牵手的电视剧，那蒋雯丽演的那些妻子，哎呀，我就在想，这就是宠的啊。要如果他要真的好好说话，这夫妻过得不会是这个样子，闹什么闹啊？这日子能闹得好吗？对吧？然后你再看有些人动不动就跟领导闹，其实这是一个很讨厌的事儿。我最讨厌的闹就是在机场，当飞机晚点的时候，一群大男人跟那个空姐小女孩跟人闹啊。你说小女孩那么漂亮，穿得那么好看，系一小围巾，人家那么温柔，你说你一个大男人戴着金丝眼镜啊，一样的，我一看外表都是领导或者学者，哇哇跟人家吼，你说你跟他吼什么吼？他能让你上天吗？对吧？你能不能矜持一点？你能不能风度一点啊？所以我就讲，我们有的时候这孩子不能宠，宠完了大了以后啊，他到什么时候他都露本相，他肆意妄为啊。所以这是我讲的对孩子说不行。那说完了以后呢，哭完了以后了，你把他衣服脱了，鞋扒了，哭累了吧，不是热水擦完脸了吗？上床躺一会儿，睡一会儿，我还陪着你，拍拍他，盖上被子，让他觉得闹半天没用。但是爸妈还是挺有耐心的，对吧？我们叫和善而坚定。那么闹他待会起来了，不想睡了，不想睡了，咱出去吧，出去。想吃东西吗？想吃，那好，咱出去吧。出去先喝点水啊、嗯！喝完水干嘛呢？咱吃东西之前你先过来，咱俩聊个事儿。聊什么？就聊聊刚才你哭的事儿。一本正经的跟他聊，你说你长大学会说话了，以后从现在开始你有话好好的说，你对爸妈哪处理的不满你可以告诉我，妈妈这事儿不对，我怎么想的，这事儿我不是怎么怎么样，对吧？我说你可以说出来我听着啊。我说你试想，咱们家如果不说话都哭闹，那爸爸哇哇的跟你奶奶哭，我哇哇的跟你爸叫，你说咱们家这像个家吗？不像。所以在咱们家以后不许哭闹，不许吼叫，有什么话好好说，你只要说我就听着，我听完以后我说你也听着，咱俩最后谁对听谁的。这就是第二个规矩，第一闹是没用的，第二有话好好说，而且不能光你说，你还得听我说，咱俩谁对听谁。那么这个规矩建立以后，我认为这就是下一个问题，包括我提到的啊，让他学会这个控制，这个抵制自我控制，这个控制这个第三个问题啊，性格控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有两种控制，一个是就是等待，一个是自我控制。等待呢，我建议是孩子在4岁上下之前，我们给他买玩具挑玩具，到4岁之后我们就不用那着急了。干嘛呢？你领着他让他自己去挑。那大家注意，
在他四岁上下，当你第一次领他去挑玩具，我觉得这事儿爸爸来做比较好，妈妈也可以。看好玩具以后，一定要问这多少钱，把钱念出来。这个多少钱呢？哎呦，182。孩子，这玩具今天不能买耶。于是大眼巴巴的看着你，为什么不能？你不是带我来晚上去吗？不是挑完了吗？你告诉他，他这个钱啊，超出我的计划。什么叫计划呢？你这会儿可以蹲下来跟他讲，爸爸妈妈去上班，你知道干嘛吗？就是去挣钱。可是呢，我们的钱不是随便挣的，我们要上30天班才给一次工资，这一次拿的钱是要还我们家30天的。这30天都有什么？你就给他数吧。你说每天要吃饭，你每天要买菜，你要吃水果，然后他要点灯，他点煤气，我们还给你交托儿费，爸爸要抽烟，妈妈要化妆品，我们还要买衣服，最后你还要买玩具。因此我这钱啊都是要规划好，哪个钱干什么，哪个钱干什么，在这个数内不能超出来。一旦超的话呢，下星期菜钱就没了。所以现在我要把你的玩具买回家，我们下星期就没钱买菜或买水果。他说你我不吃，你可以不吃，但是妈妈爸爸不能不吃，爷爷奶奶不能不吃。所以这个事情呢今天确实比较麻烦，怎么办呢？让我想想主意啊。你告诉他，我每天有时候下班回来晚，你知道为什么吗？我有了加班啊，我一星期呢要加上2次班，我就能把这个零头给凑出来。所以咱们今天先不拿回去，等我这星期加了班，拿了零花钱，我拿零花钱，咱们下星期六把这东西拿回家。话说明白了，这东西不是不要，你看这还有，放到下星期六咱们拿回家啊，先放下，咱们先回家啊。他闹也没用啊，因为他闹在咱们之前做过那闹的训练了，所以他不会跟你闹，牵着小手回家了。回家以后你就可以提要求了，哎呦，你说我加班可累呢，你能不能帮我干点活啊，去帮我把鞋拿回来，去把那玩具收拾好，哎，咱9点半能不能上床啊，对吧？然后再大点你可以用这种方式进一步提要求了。什么要求呢？你要求他坐在桌子前先画画拿笔，能坐上10分钟，到后来给他提要求20分钟，再要求30分钟，当他在桌前到6岁的时候，他能做到35到40分钟，这个孩子能领到他学校，他就很自然能适应一节课的做出的节奏。所以有很多说孩子为什么回来写作业写不住，因为他在家里你没让他练坐，尤其老人特别愿意逗孩子，孩子坐那玩东西，老人就会说了，哎，你吃不吃这个，你吃不吃那个，哎，你要不要跟我出去转一转。所以只要有老人带，往往会有这个问题，就是孩子坐不住啊，他不给孩子一个整时间，让他安安静静地完成一项任务，那么爸爸妈妈要有意的来做这个事情。所以你可以把这个玩具延迟满足同时来解决，作为强化他的一个奖励啊。所以这个过程呢，我们从4、5、6都可以做了。你到后边再大了，那你随着你的要求扩大，你可以给他两者之间选其一，要么就是一星期得一东西，要么就是一个月得一大东西，你让他怎么选？他肯定要没大了，所以他慢慢就把时间拉长了，对吧？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孩子管理当中的一些智慧。然后呢，这个控制以后呢，这个解决了，下一个叫做抵制诱惑。那么克制冲动之后的抵制诱惑，前者是解决的我在场，后者解决的是他自我权衡和自我选择。自我权衡、自我选择实际上是一个人成年之后非常重要的一个修养的东西。我常常在说，我们很多人吧很聪明，各方面能力都很强，他缺什么？缺慎独。慎独就是独自的情况下自我的谨慎。这个独自的自我谨慎，他凭什么谨慎？其实人都是理性的动物，他是权衡利弊。包括我们现在职务犯罪，大量的职务犯罪的人，他不是不聪明，他们要头脑有头脑，要精力有精力，要知识有知识啊。他为什么会让我们来看得不偿失？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在性格上也有问题。应该看到我们很多领导干部性格上是有缺陷的啊，有的是贪小便宜，有的是啊，就约束不住自己啊，见到异性两眼放光啊，见到钱就走不动路啊。那么我现在就讲这个怎么来权衡利弊，它实际上是个纵向管理，只要是自我管理全是纵向的。
能够约束自己的只有一个，就是自己的未来。你比如我们警察吧，大概老说这警察有枪有那个强制力啊，穿上警服，美国有这事儿啊，跑到人家里抓毒，找包毒品给人放两包，最后说是人家里的，那怎么办呢？这警察属于违法执法，对吧？那么怎么来约束警察违法执法呢？美国采取一个特别有效的政策，你只要在警察职位的20年，如果没有一次违法的记录，你到20年你可以退休，拿全额退休金。拿全额退休金，你还可以继续干警察，或者你可以改干别的事情，你还可以挣别的钱。无论你挣多有钱，这警察的退休金全额给你，他用你的未来来约束你的现在。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是这样，如何让一个犯罪人，这不是说错了，如何让一个孩子这个他能够权衡利弊。比如我有时候跟一些犯罪人也是这样讲这个话，我在开讲的曾经讲过一个抢劫，就是抢劫杀人的案犯，他对他自己很聪明，他给自己最后在我们抓他的时候，他的用的假名字叫什么，叫周全，周就是咱们那个周啊。然后这小子很得意啊，因为我们抓了他12年，他在监狱里那帮人对他崇拜得不得了。我当时坐在那儿想见他的时候，半天没来，我说那干什么化妆呢？我说一男的化什么妆啊？后来我说这小子来，我得给他点下马威了。他来了以后，坐下以后，我就拿他这名字开玩笑。我听说你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周全，我说你能告诉我什么叫周吗？他周就是一圈啊。我说对，我说你要说周全，那肯定是思考问题周全。我说那是思考问题。那得有两种方式，也就是说这个圈要圆起来里头得几根棍儿。他说两个。我说那我就问你，这两种思维方式是哪两种思维方式？他回答不上。其实这人挺聪明，想半天，我说我告诉你，其实思维有两种，一个是上下左右前后，这叫空间思维，还有一个呢是时间思维。其实什么是时间思维大家都知道，很多科学发明的全是时间思维，从爱因斯坦到现在的霍金啊，这个时间思维它实际上是非常大的一个空间的。所以后来我跟他讲，我说我研究你了，你呢在第一次作案你特别擅长什么，第二次我们警察抓你怎么逃掉的，你的现场反应非常好，而且你每一次都非常成功，因此你觉得你特聪明对吧？但是我觉得你只在一个方面聪明，我缺那个方面聪明。什么呢？我说你要真正聪明，你应该能权衡一下。你第一次抢劫20万，然后为了报复杀了你警察，被我们 AG 通缉，从这之后你再也不能露面，不能用身份证，你有家不敢回啊，你在外面不敢打工，你只能靠偷偷摸摸过日子。你虽然成功12年，你有5年，就不到4年半嘛，在监狱里头啊，然后那8年在外面，你活的是不是像个老鼠？我说如果换一个方式，你不抢劫，你好好的凭你这聪明劲儿挣钱。我说你挣到现在，我见他38岁，他从16岁开始。我说你挣的是不是得超过20万？他自己点点头说肯定超过20万。所以我说你还聪明吗？我说你要聪明你会选择抢劫吗？因此我说你只聪明了一个空间思维，你缺了一个时间思维，你不能把自己叫周全，你只能叫周50%。这个犯罪人呢当时很他觉得我拿他开心了、啊、后来呢等到最后我谈完以后，我跟他也聊了很多，走的时候我跟他讲，外边像你这样的人很多，年轻人想挣大钱，想快速发富啊，是致富。我说你对他们说点什么？最后这人说了一句名言：一个人选择什么都不要选择犯罪。啊，后来他在法庭审判的时候，他也在法庭陈述讲了这句话。那么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这个孩子他早点算明白，这一生挣的钱一定大于他抢劫的钱，他一定不选择抢劫。所以这就是一个纵向的思维。因此我讲孩子的性格培养，一定让他学会这个明天的概念。那么这事儿也可以在5岁、6岁上下来做。5、6岁他还在幼儿园，周六周日肯定在家。我们一般周六周日下午会睡会儿午觉，睡醒之后呢，睡醒之后我们会给孩子点吃的，喝点茶。在这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跟他这个
做一个这样的游戏啊。我说的这个游戏呢，就是你准备一份好吃的，可能快十点了，抱歉啊，我讲的十点结束啊。这个给他准备三份好吃的，拿出两份来见他。你说我要跟你做一个游戏，你看这是什么？好吃的，为什么两份知道吗？不知道。我告诉你，一份今天的，一份明天的。这个游戏的规则是这样的，本来应该今天给你今天这份，明天给你明天那份，但是你长大了，所以我把它交到你手里，由你自己来决定怎么吃。但是呢，规则是这样的，如果你今天吃今天这份，明天吃明天那份，明天吃只要让我看到你那份，我给你增加一份好不好？好。但如果今天都吃掉的话，明天那份就不增加，这就是游戏规则，行吗？行。那好，拉钩说话算数，他这回才不想那么多呢，你只要赶快给我就行了，对吧？所以一拉钩说话扭头走开给他。一般孩子第一次做这个游戏，他一定打开第一包，吃完这么好吃，第二包反正我决定算了，我吃了。你不要管，你也不要看。星期日那天到那个点拿着这包来找你，你只要拿出这包，我就把这包给你。他看看你，摇摇脑袋。咱们的规则很简单，只要拿出来就给。既然你拿不出来，那不是我不想给你，是你自己不想要，你还得把这责任告诉其他的问题啊。我给你准备了，但是你没有留下来，所以今天这包不能给你。当着他面扭头走开，他下午什么吃都没有，你甭理他，他也不会跟你闹，他最后一下午不理你就，你过一个来月你再来这么一次，你说我还想跟你做这个游戏啊，两个好吃的，但跟上次不一样了，还是给你啊。如果今天一份明天一份，你明天吃明天的份，我给你一份，你看他第二次他一定留下来，为什么？因为他知道留下来以后会得到更多的，这意味着什么？这么好吃的东西我吃了我得停下来，能够在诱惑面前停下来，这就是一种方式。这个方式当他有这么一个教育以后，他以后就知道了有些东西不要急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谈到一个人生也是这样，包括我们心态发展，我老觉得我们太急，我包括我自己也急。我常说的就是心跳60到100，你非让它不断的上升，那120以后这人就活不了。我们现在生活当中吧，我们一天到晚在升格啊，这个太急啊。有些人就说了，不急怎么办？我说老天其实给我们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你慢慢拿，你可以拿得很长，你咔嘣一拿没有啊。大家都知道像乔布斯没了，咱们这个吉祥航空公司的老总38岁没了，对吧？航空公司有了，人没了。所以有的时候呢，你拿得太快了，明天也就活不长了。所以要让孩子知道什么事都别急，慢慢来。你这次失去机会不等于没机会，你一定有以后。我的学生也有这样的，工作以后吧，该提拔没提拔，很郁闷，给我打电话。我跟他讲沉住气，不要急，这个事儿恰恰是领导考察你，对吧？结果后来没有什么反应，结果领导很快就把他提起来了。所以这个让孩子有耐性，能够克制等待，这都非常重要的性格品质。然后最后第五点，我想讲的要学会分享。这个分享是性格当中非常重要的，我觉得这个我们家里的饭桌就可以解决这问题。饭桌就是一个社会的结构，老少啊，这个谁家长幼都有。那么长不动筷子，小的不能动筷子。这个咱们浙江，反正我母亲啊，对我的规矩是从我母亲那儿来的。我们家的规矩就是，爸妈不动筷子，孩子是不能动筷子。孩子如果吃完饭，必须说爸妈，我吃完了，您慢慢吃，对吧？然后呢，家里要如果谁不在家，一定要给他留一份拨出来干净的饭菜放在这里。这什么意思呢？越不在家，越要把好吃的给他留下来。这就是一个家庭。所以当一个这样家庭文化长大的孩子，当他住到大学集体宿舍，他会怎么样？那不在的人，他只要想着大家是不感谢的，这种孩子一定有人缘，他当有难处的时候一定会有人帮他。虽然不能想到帮助的别人都会帮助你，但是一定会有人知道回报你的。因此分享是一个孩子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啊。那么最后一点叫做让孩子学会坚强。这个坚强呢，我一直讲孩子一定要苦着养。反正我们这代人，我小的时候啊，我虽然是50年代的独生女，但是我妈妈特别大气，也因拉链老师担心不让去，我妈妈坚决支持去啊。我小学5年级走了300多公里，走了十五天嘛。然后呢，防空洞挖防空洞干什么我都干啊。
而且我妈妈鼓励我去学游泳，鼓励我学自行车，她给我借一辆自行车，那都是70年代啊，那不是家里都有自行车的。周围街坊不能理解，说你敢让你孩子去骑车？我妈妈说，学会一招就长一本事啊，有本事走遍天下都不怕。所以，我小的时候真的是学工学农学军学商学过来的。那么到现在，很多人说了，那些犯罪那么可怕的东西，你怎么能接受？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想了想，可能是我的经历吧。因为你吃了太多的苦，你见过太多的事情，所以这些事情，因为我们也住大杂院嘛，很多事情不能见到。所以我讲我们现在孩子吧，住进了楼房，然后坐进了汽车，他缺失了很重要的一个东西，他没有机会去干活，他没有机会劳动。而且我们现在不强调上山下乡了，我们也不强调每年要到去帮助，我们那儿都包括下周嘛，下周去摘那麦苗，我记得煎苗，看他们晒的，我第一次捡那个尖麦苗的时候，那感觉那条地啊走不到头的那种感觉，腰疼的不行，晒得脑袋巨热，那是初一啊。后来到初二初三就习惯了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孩子失去了很多。其实人在成长过程当中应该要吃苦的，因为吃苦不光是让他能够知道吃苦忍受吃苦，最重要的可以强化他的体质。你像现在很多大学生动不动就是心猝死，这个猝死的原因是什么？这些孩子只读书，他没有体力之苦，他的心脏很脆弱啊。我们那时候，我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我们要强调一个冬天跑25000米，我平均下来一天要跑几千米啊。那是完不成任务，早上跑完晚上跑啊，然后要每天都要有人记录的。最后这个冬天下来25000啊，啊。那么现在有几个孩子这么吃苦的？没有。所以我们在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我要讲到。因为在吃苦的方面，它练就的是神经系统，而神经系统是预防抑郁症，就运动锻炼神经是预防抑郁症最重要的手段。抑郁症一旦等发病，跟癌症是一样的，它不是一下子就能治的，所以一定要从小预防。从小预防什么呢？我讲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我们用的都是大脑，眼耳鼻舌身五官，四官都在脑部周围，只有躯干躯体在小脑。现在我们有手机有电脑，我们出门有汽车，进楼有电梯，我们还有机会动四肢吗？我们动的最多的是手指头，手指头在大脑，仍然是大脑皮层。所以我们的大脑皮层每天高度兴奋，消耗过度，而小脑呢叫闲来无事，它于是无事生非。小脑要无事生非是什么特点？它在大脑有能力控制它的时候，它是生不了非的，只有在大脑极度疲劳，所以当我们神经衰弱的时候，小脑就会出现问题。它出现问题就是兴奋，大家会有一个感受，凡是睡不着觉的人都在那翻身，翻过来掉过去，为什么？因为你的肌肉在兴奋。为什么？因为小脑它一直得不到兴奋。我们知道大脑皮层和小脑运动的方式是来了刺激兴奋，兴奋到头它会自动抑制，问题是长期自动抑制它也会自动兴奋。他什么时候能自动兴奋？那就是大脑已经不行了，累了，晚上该睡觉了，小脑说我该兴奋了。因此睡不着觉，我告诉大家，实际上是你小脑扰乱大脑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崔永元也得过抑郁症，他怎么好？他办了一期节目叫我的长征，对吧？他这长征怎么办呢？他是招募一个团队，一边走一边拍，一边走一边拍，用了1年的时间走回来，回来以后宣布好了啊。所以我说我没时间，我有时间我就开抑郁症的门诊。我治病的方式是您来了先做一个检测，检测完以后给你治疗方案。我的方案就是每天早上起来吃完早饭8点钟您就跟我往外走，你能走多快走多快，慢慢走，我中间让你休息，但是必须走到11点半，然后中间吃完饭以后让你休息完2点钟，您接着跟我往外走，走到5点半，5点半回来我吃完饭没完，您到游泳池里去，不到10点你不许上了。我要这么给你治疗一个月到3个月，您要到时候再睡不着觉，我给你倒贴钱。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为什么现在大学生跳楼的那么多？因为大学生都是好孩子，从小就爱学习，因为他爱学习，我们忽略了他体力之苦，没有锻炼他的神经系统，尤其是小脑，没有让他真正的释放。所以我们一定要给孩子从小练就体育的习惯，而且通过体育练就他的神经系统，两个锻炼，第一长跑，第二游泳，这俩一个是耐力，一个是胆量。跑它的意义在哪？
只要这孩子啊，我就说了，四岁开始，咱们家里的爸爸最好勤快点，周六周日您甭管几点起床，您六点也行，八点也行，总而言之您起来第一件事，他妈做饭，您带孩子到楼下去跑步去啊，你就慢慢颠着也行，200米800米1000米，你先让孩子颠呢，颠动习惯了以后干嘛呢，稍微加快点速度，再干嘛呢，再加大点范围，等到这孩子上小学他能跑上几千米，到中学跑万米，那这孩子心脏上就没问题。所以这个运动呢非常重要，而且我讲它是救命的啊，游泳也一样，现在清华大学出台一政策说游泳不过关不让毕业，我非常赞同啊。如果你从四岁到十岁练完以后，你绝对不会说接一电话被骗钱了心脏猝死啊。所以上面讲的这些呢都是性格培养，我讲了六个问题，第一，三岁上下对他说不行啊，第二呢让他学会沟通，第三呢克制冲动，第四呢抵制诱惑啊，第五学会分享，最后一点这个练就意志。那么如果我们的孩子在他的这个未成年时期我们把这些做到，刚才我讲了一些理念，我想我们的孩子会有非常健康的成长。等他上学你拉着他手去吧，他回来有话跟你商量，他会自我选择，他会知道利弊啊。那么今天抱歉啊，延长了那么长时间，谢谢大家这么耐心的听我在这边说话，谢谢。